怪，哎，学生大家生完了讲心笑，伊就问啊，讲老师啊，求道是要拜什么？我就讲拜仙佛啊，他就开始问啊，仙佛长什么样子？哇，哦，仙佛长什么样子？其实咱讲的仙佛长什么样子，拢是咱想出来的。哦，正港的仙佛生出啥款，咱唔捌看过嘛，对不？咱看无。啊，所以迄个时阵想讲，哇，这囡仔太，哦，这个手，口齿叫你啊伶俐的安尼吼。啊，就讲啊，只要你吼，哦，马仔乖乖的，你就会看到仙佛啊。哦，安尼就会看到仙佛好。啊，过天刚因就讲好，安尼我要来看仙佛，啊，就六个就来。不等吼，啊，因为囡仔嘛，所以就无开示道义，就直接请单。啊，请单点完书，迄，那个请坛词啊，一念落吼，啊，念落了后，迄内底啊，因六个原本徛好啊，真精济啊，内底其中有一个就讲，啊，老师，紧走哦，不等有鬼哦，哇，哈哈，听出来哇，一个出来，大家就拢走出来啊，拢哇，紧走，紧走，哇，走出来。造出来以后，跟王讲师就捉出来啊！王讲师捉到了，讲胡说啊！佛堂怎么会有鬼？佛堂太有鬼！用哇，老师你敢无看到？哦，迄一个几啊百只手、几啊百粒目睭的鬼在佛道面顶。嗯，各位先生，您想这是什么？嗯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。嗯，咱请单一请落，伊就看到，迄囡仔看到了，阮其他拢戆戆。但是来的，我讲啊，这个就是仙佛啦，进来进来。但是我跟王讲师的底下讲，这胖来乱的款，这个囡仔无乖的啦吼，无乖。啊，过来，咱请坛了的，爱跪读深情喔，啊，就跪来，啊，就开始哦，啊，就跪在三哎，什么明明上帝莲下，又升起三奇应运弥勒古佛，哎，六个另外一个，不是都讲讲迄个哦，另外一个，伊就向上比的比佛道讲，哎。肥滴肥滴肥滴坐在佛道面顶，哈哈哈！因为，哦，我就胡说胡说，嘿，哦，啊，结果求道了，我三宝分开来讲嘛，也面顶的和一个可能大学生因还是社会人士，啊，老卡为因这种国小的讲，啊，传来我穿堂遐多少一张。弥勒戏白纸啊，那就是弥勒咒书啊，囡仔拢伫巴肚顶白有啊。迄个讲啊，拄只迄个是这個，哦，欸，你看，阮佛堂无弥勒祖师像哦，干那楼卡有尔，啊，伊伫楼顶就先讲，哦，讲都是这个，哦，这实在不可思议，哦，我啊，过来继续，迄伫板道的时阵啊，我就甲王讲师，欸，奇怪啊，因太看有，我开始问，这个嘛有，这个嘛有，这个嘛有，六个内底有五个拢讲伊有看到。啊，剩一个嘛，剩一个无，啊，就板刀板刷啊，板刷，我就抓落来，抓来就讲，哎，欸，啊，你一定是不恭敬啦，哦，不是你啦，哦，你一定是不恭敬啦，要不然人家其他人都看得到，怎么你看不到？那太你无看到，刚刚你无看到，结果伊讲，谁说的？我有看到，我看到的跟他们都不一样，因为我哪有看到，伊看到跟迄无共款，啊，我就真心想，我问讲，啊，你到底看到啥？因为他看到的都对外靠下来，都对外靠背下来，因为他看的那个对佛顶啊，佛顶照出来，他说那个佛顶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而且一粒头对那个不出来，呵呵，啊，他说出来，哦，那个很臭的，哦，那个很臭的，哦，就是我们老师啊，我们济公老师啊，说那个很臭，呵呵，啊，很臭的，老师来了，他说刚开始就四界走，四界走，说我们这些徒儿啊安怎的啦？还是讲心情郁卒的，伊就甲你灌酒啦，甲你创。其实咱拢唔知影，这囡仔讲，囡仔讲啊，阮就问啊，讲啊，老师手有摕啥无？伊讲有，又摕一个亏钱，但是迄吼亏钱，迄呐用迄个草稻草啊有无？哦，迄稻啊落拔起来迄种的，啪啪啪做大声。诶，欸，我有去找三宅印证过啊，伊讲确实咱老师的法器是摕迄种，哦，迄蒲扇啊，迄种诶啪啪啪迄种。哦，安尼看起来，这囡仔嘛无共骗嘞，哎呀，因大家拢有看到。哦，啊，后来我甲王讲师甲讨论一下，讲啊是安怎因看有，啊做因波书还是看无？啊，哦，讲这应该是安怎嘞？哦，神佛照着囡仔来甲咱讲，这个道确实是有啦。哦，咱讲有神佛，啊，这几年咱道场慢慢啊仙佛指教有哦，咱都无照瞧，
但是你讲无照巧，感情也无神乎，你看慢慢啊应景真济。哦，咱咧有咧讲法会现场图哦，最近有咧印尼的道亲画出来哦，哦，这确实是哦，咱这个殊胜哦，不得了了吼。啊，所以后下伫台北，我咱搁伫遐做工课，做尾差不多半年，我还未挖一年啦。啊，未挖一年，因为咱算讲拢做迄种唔是工作正职的迄种，唔是全职的迄种工课嘛。按进班迄可能就兼差一礼拜去几工啊，安尼。啊，但是咧，厝内底人可能唔是安尼想。你看咱时代，咱拢会安怎想？啊，这囡仔毕业，还是讲囡仔大学毕业，照你讲就爱趁钱啊，爱饲家啊。啊，他有闲讲哦，啊去台北啊，拢无提钱回来，啊嘛唔知影你做啥安尼啊。所以因都有淡薄仔反对啊，有淡薄仔反对。啊，反对慢慢啊，就变作压力啊，就讲啊，叫校校一定爱回来咧。中华这边啊，校校就想讲，安尼嘛好咧，无较早自高中出来，拢无回去算中华遮，安那无即阵回来中华遮生存，安尼嘛是会使咧。所以校校呐对台北回来中华，啊，回来中华的时阵，校校就伫学堂遮甲咱老师。讲我就讲啊，老师放心，我等下阮中华啊，有下这个心嘛是袂退啦。我等下遐适当，现在等下遐先问阮的亲戚朋友，安尼。但是吼，有我你发现吼，真来会甲师傅讲这种话，大部分拢是准备要退。上好吼，咱平常吼，卖去甲师傅讲哦，我就是一定要做啥，你先去做，再过来讲。你底下讲哦，打包票甲上下尾啊，迄种立怨不了，无好。你宁可你先去做，做偌济，再过来拄到问题，无法度解决，再过来找老师讲。安尼可能较圆满啦。你卖讲先画，画画诶，甲啥物啊？哎呦，规个拢安怎足够讲诶？但是啊，着慢慢做，安尼着无好哦。哎呦，啊，等来中华了，啊，着开始找工课。啊，拄啊，迄年算咱拿以台湾来讲，这项工业是世界第一名。就是脚踏车的工业，哦，自行车啦。这几年当然拢刷过大陆啊，但是后下到八十几年，遐吼是咱台湾全世界第一名，哦啊，所以后下迄个时候想讲，哇，咱这都做这道应该够出脱，所以后下就去找这种脚踏车的零件，哇，就做这道。啊，这道当然，一做利润是真高，但是压力嘛真大，时间做工课。时间就真长，所以有的人吼，当然咱无钱去赚钱，当然是好啦，对吧？但是你若归心干那想钱就无好，安尼敢无了解？嘿，对吧？你互人看哇，那明明是迄个钞票才有的面，就变作你呵呵变作扑克脸啦。那就讲，那无利润的物件，你拢懒得去的，对吧？无报酬的物件，无都无啥想要去，就是讲咱的私心就变作足重的啦。哇！这种嫉妒心、嗔恨心，哦，逐项弄出来。啊，所以正开始来道场，等下中华的时候，小学正开始嘛在接引道场。但是慢慢啊，咱家己就会有一种，人讲压价的对，家己压价吼，就底下讲啊，佛堂点完书对我有意见啦，啊，我无适合遮啦。咱家己会家己找借口，你知道？会有借口，你就慢慢啊，全部来接引。啊，来接引，小学就开始拢趁钱啊，早时啊六点出门，甲差不多。暗时啊，十一点回来，规工咧趁钱就对啊。啊，所以后下我那算退过道，哦，算讲后下捌伫道场真诚心，但是后下慢慢哦，因为着做工课，后下出去社会啊呢。虽然讲迄个心啊未断啦，咱嘛是讲道场有代志，我嘛是会回来啊。发挥可能买回来这一两点钟看者就走啊安尼啊。但是这种诶，再讲修道办道，我感觉讲未过了。啊，只是讲迄个时阵后下就变作这款诶人。啊！你想讲这款的人，其实上天同款慈悲，就是讲咱虽然无咧行道场吼，啊，照你讲，过来发生车祸，那遐严重的车祸吼，大部分拢倒去啊，拢倒去啊。啊，结果神父同款，因为哦，你较早修道办道安尼，我那有诚心，所以甲你保全。啊，有遐离开道场差不多无甲三个月，就出车祸。啊，迄摆车祸真严重，有遐早时啊。差不多七点半，迄天差不多七点半出门，啊，七点半出门，我拢行准到迄参花路，迄参花路，阮那边遐拢重划过的，吼，我那真大条啦，一台车会使行，但是两台要小心就较麻烦，
哦，一台车会使行。啊，我拢行迄个水板，阮遐有一条水沟叫十三宝圳，我经过十三个庄吼，啊，就行迄条圳沟边的路。啊，阮遐有一个水板较悬，差不多20公尺悬。啊，后下啊，多摆对面顶撸落嘛，撸加撸落，撸落啊，当撸落对面嘛有一个少年囡仔，伊要安怎要爬起来，所以伊油门我那喏，吹个。甲吹甲真崩，啊，两只怎烧拢？哦，两只阿多巴对阿多巴安尼烧拢，弄落，后下人甲阿多巴怎正手柄这条水沟就安尼甲弄落，弄落人就摔落水沟内底去，摔落安尼规个人就戆醒去啊！啊，戆醒去，他有过，应该是他有几秒钟啊，尔啦，吼，无足久个，后下就搁精神啊，搁精神，我徛伫迄个路中，路中就看到迄个囡仔，甲后下弄迄个囡仔，哦，就足紧张个就。看伊啊，多摆起来，啊，就吹来吹来吹来，啊，就紧走起来，哦，肇事逃逸啦，吼、哦，嘿，啊，过来又发到看，哎呀，伊太遐紧张，跟着看，哎，水沟内底，我才看到水沟内底有一只阿多摆啊，啊，阿多摆啊嘞，阿多摆佫缀一个人，迄、那个人吼、哦，迄、那個、上半身啊，浸伫水内底，哦，倒叉就对啦，啊，两只脚伫水面顶，倒叉叉伫水内底。哎呦！看到伊安尼，我就讲哇！这个安尼胖要死去啊，紧来甲救！啊，要来救的时候，才发现讲，哎、欸，啊，这只阿多巴是我的嘞，啊，这个是我嘞，哈哈！那才发现着讲，家己就是伫水内底迄个人，啊，这什么意思？灵魂出窍啊！哦，这算客气啦，迄叫做要过身哦，要过身这才出来，这不是讲要灵魂出窍，加厉害个。那是讲要过身才走出来，不是讲灵魂出窍。那灵魂出窍这阵就用出来啊。那要安尼，我这阵就用出来，不是。那是讲要过身啊。吼、哦，那从鬼口开安尼有啊，所以灵性先出来。咱家唔知捌看过人过身无？过身真正不是咱喘者喘者喘者，那大部分都是灵性先出来。哦，灵魂已经出来。啊，后下去的时候看到家己伫遐，我才了解讲啊，拄正出车祸，我这阵要离开这个世界啊。哦，后摆咱拢有这个机会会看到这种的，嘿，就讲看到家己听啊，做歪起来，甲话歪起来，啊，你就知影讲我要走啊，哦，啊，所以唔只爱修道爱办道，咱这种修道办道，互咱了解讲，哦，咱人走去了后，还佫有一个世界伫咧，哦，这点后学即阵就是，是安怎今日点万书会摆后学来，上主要嘛是甲各位在人讲这个，就讲唔是讲死了后虾米拢无啦，啊，后学死过一摆，所以我甲你讲死了后佫真济。哎、欸，阁有啦，阁有吼、哦。啊，后下就看到安尼啊，我就迄、那个等一下，迄、那个时阵吼，迄、哦、有一种美术，咱即阵录放影机同款安尼，一直放，一直放。哎、啊，画面就一个一个一直来，一直来。啊，第一个画面是啥呢？后下伫台北，我已经佛堂，我要回来的时阵，甲啦老师甲神父讲的话，我要回来阮兜遮设佛堂，我要回来遮度阮遮的众生。后下的第一个就是愿啦，愿啦，愿力啊，所以。有当时啊，确实是安尼。咱若拄到足危急的时阵，就是看你的业力较大，还是你的愿力较大。你的愿力较大，你就继续安怎？继续了愿呐。啊，你若业力较大嘞，你就还债啊，你就可能就一命呜呼啊，就归心去啊。啊，所以咱有修道无修道，确实有差差伫遮啦。有的人破病病甲真重，但是嘞，伊就妄行妄行，行到啥物啊？行煞，赶快生软如棉啊！这嘛是一种情形啊。有的嘞。你都破病出车祸，该死安怎？无死有哦，这种的就是啊，像后学者就是，因为伫道场有咧修，有咧行，拄到的时阵，神父帮咱拨转一下安尼啦，都无遐严重。啊，后学就想讲啊，安尼这条弯我也未了，啊，我若转去，我嘛是这条弯无了，我嘛是爱阁落来啊。安尼假使讲我这阵卖转去，我对遮看有哈机会了弯无？我安尼想吼。咱求道，求道的时阵啊，咱求道，在座哪有人无求道？我这样讲的，你都唔知影。所以哪有法度等下才来求道？因为这件代志只有求道，只有点传师才会用来做。就是讲求道，咱点传师甲咱点的这点玄关窍，后下个灵性对倒位入来呢？对这点入来，入来玄窟。哦，对外口哦，安怎个雄雄？人讲灵魂安怎会飞天，会畅水过啊？会遁地？哎，确实。呵呵有法个怎灵性呢？泪水入来胸口，入来胸口了，真疼，胸口足疼啊！因为迄弄着阿妈棍啊，所以胸口足疼。有法就想要爬起来，因为藏伫水内底啊。
想要爬起来，一出力一出力，这个灵魂搁走出来，搁走出来。咱家捌做过迄个生菜沙拉无？啊，生菜沙拉，咱煮个沙拉，毋是在沙拉甲加一空，啊怎安尼煮落有无？沙拉就走出来。有法迄个时阵，就有这种感觉。我一出力袂输，迄个人就好好煎出来，怎飞出来？安尼了解吧？哦，就是讲咱迄个灵魂怎对咱求道这点走出来。走出来以后，就讲我不爱啊，我出来就死去啊，我要搁回来啊，搁入来，入来搁试看卖，搁出力，搁走出来。等于讲这个身躯吼，死到要差不多去啊，无法度再力啦。哎，所以后下段搁入来，入来了我唔敢出来啦。你出来就搁走出来啊，所以我就不爱出来，我就用想的，是讲我要站起来，我要站起来，我要活下去。正讲那是讲要活不爱活的时阵，差别就是差的啥，叫做意志力啊。意志力，迄种意志力，要挖起来，迄个意志力，有法度，我一定要挖起来，我一定要站起来。啊，讲嘛奇怪，安尼竟然嘛是有效呢。有法怎举起来，看到迄个光，就是头颅啊举叮当就对啊。我怎有看到迄水的光啊？啊，看到光了后，啊阿妈棍足疼的啊，我规个人就搁戆去啊，搁昏去啊。啊，昏去差不多过三十分钟，我那接啊，离我出车祸的所在有两公里远啊。我那只要要出门，阿姨怎对因兜出来，怎看到讲，啊，他有一个少年囡仔趴伫阿多巴阿面顶，哎，阿多巴噗噗噗噗噗，甲因兜怎停落？停落，我那只要就想讲，哇，这是安怎不良少年，甲人相拍，紧要去报警察啦！我那即马出来才讲，啊，这都啊，这个因后生啊，才紧甲后下再去病院，啊，后下去病院了后，就报警察啦，因为迄伤甲足严重啊，可能会过身嘛。所以就先报警啊！警察就先去找讲肇事地点啊，对我那接个引导开始找等于啊，找到现场，伊就讲啊，这哦，家己骑伤紧，弄电火条啊，哦，那是警察来说法啦。啊，结果因就讲啊，那弄电火条是安怎？他还有两条刹车痕迹啊，过来嘞，拖卡全部拢碎片，系啊，啊过来水沟啊内底嘞，装油甲火，哦，可见这是安怎有出车祸的。哎，警察讲，啊，安尼，啊，多摆啊是安怎？他会对水沟啊，搁走起来路中，啊，搁对路中搁骑两公里，去看那只引导。啊，这就是讲，咱若要讲叫做显化啦，就是讲，有法感觉讲，哦，神父确实有大力士的先佛，哦，就是讲神父有人有足有力的神父，哦，伫别个甲咱帮助，咱修道办道吼，确实这神父有滴庇佑啦，有法的感觉吼。啊，迄这种辟谣，唔是讲哦，你有行道场才有哦。迄种你这个人呐，修道哦，有求过道，基本上神佛就甲你肯定就对啊。哦，仙佛就甲你辟谣。啊，后下断完了，阮爸爸想讲啊，这阿多拜啊，都要搁会徛啊，无来甲牵来修理。要牵去修理的时候呢，头前链啊，卡掉啊，卡掉啊，发袂起来，无当紧。要牵袂行，迄几个链啊了，弯卡掉。啊，奇怪呢！迄个时阵，阁有通骑两公里呢，哈哈。所以有阵时候，若要讲这吼，要讲红信，我拢讲，这有阵时要讲红灵信就歹，因为吼，我家己都唔信，哈哈，我都唔信。因为后来我再去看，我透可能这阿东哎，对，这水沟阁飞起来，路中阁对路中塞两公里去弯道，但是事实就是安尼啊，事实就是安尼啊，连那警察都唔相信，但是伊嘛只好安尼写，哎呀。写肇事逃逸，所以有法即阵是案底的呢，我有案底的啊，未销案哦。哎呀，迄哪讲残尾也是报道遐有发生车祸，也是抓到一种等下飙车主还是超速的，有阵时啊就会找有法去看卖遐是毋是啊。哎呀，啊，但是这要安怎应证？这就是讲既然讲啊，开始天恩师德啦，啊，过来就送去病院。其实即大家有法拢昏去啊，我拢毋知道发生啥代志。啊！伫病院的时阵，有下有一个我第一个画面，醒来的第一个画面是啥呢？拄喺医生啊，医生拿一支眼啊呢，怎夹出来？啊，直接咧动手术，啊扭出来，啊有下怎痛甲精神？精神看到医生夹出来，迄毋知你说啥？过来就讲，反正你醒了，再忍一口气，啊怎过去？吼，过来咧动手术啦！啊有下可怜啊，我伫遐安尼拽安尼拽，对遐吊安尼。疼疼到啥物，要冻袂调，搁安怎？搁昏去，啊无就吐白泡啊，搁昏去，夹甲嘴个规个嘴即拢流啊歪歪安尼啊，算讲处理几点啊，真痛苦哦。
好啊，就底下急救啊，才救到12点。哦，12点，有或者是时间拢用按，哦，用按的尔。我其实我唔知影时间啊，但是应该差不多啦，因为你着看，差不多中昼因休困。哦，哎，电话切暗，可能是差不多中昼。啊，中昼手术了，啊，伊迄个医生就讲啊，范先生，哦，你这算不幸的大幸啦。用你这空嘴对倒弄入面，有块空嘴对后边只，对只插入，啊，对头前只插出来，都要换的就对了啦，安尼了解啦吼，换的安尼切出来，啊，切出来，迄个时阵空嘴偌大嘞，啊，比咱这个背啊较大挂，嘿，空嘴这个规个怎啊，狠狠一平安尼无去就对了啦。哦，大家你去想看卖这個，哦，偌恐怖的对吧？嗯，真恐怖安尼。啊，过来，迄、那個、医生就讲吼，你这有颈动脉、有气管、有颈静脉，讲你这好加载。你的气管动脉无断，你断静脉。但是伊讲你这嘛足奇怪，他有人讲这边无断，啊内底做断，咱安尼是不是无合理？你若安尼切出来对不？他有可能讲这无断，啊后边还断，啊事实就是断这条。哦，啊！但是虽然这阿妈棍这大家这气管无断哦，但是后下拢无法度讲话，我呼吸这拢会漏风会痛，所以这嘛拢有受伤足严重的。啊！医生讲，你那是这动脉断吼，你落落水过30分钟，你这上来这头脑可能拢脑筋拢害去啊！讲你那是断气管，你过落落水内底多安怎窒息哇？哎呀，马上就窒息，你嘛晕死！你拄好带去。即、这个静脉断啊，静脉会滴老会较慢，吼、哦，愈老愈慢，所以讲你来病医的时阵啊，血压量无啊，量血压量无呢，哎，输血拍袂入去啊，你唔是讲咱急救拢爱输血有啊，迄血拍袂入去，结果伊安怎拍？讲你只拄啊断一支，伫只拄啊对一支直接接入，哦，对静脉直接接入去就对啊，接入去输血啦，安尼啊，啊才救起来，哦，所以有哈感觉讲，就算讲出车祸嘛，是车祸甲嘟嘟啊好安尼，那天恩师德啦。啊，过来医生怎讲？伊讲你这伫我家吼，爱观察3天，我才敢甲你听，因为惊讲清无清气，讲落来搞啊，你这拢沙啥拢伫内底。用我才爱清3天，我才敢甲你手术。啊，讲啊，你若要较紧诶，你就转去较大间诶。啊，所以迄暗，阮爸爸就底下想讲。这应该是一间病院啊，技术无够。哦，你若技术够，当然你青伤一定紧天才对啊。他有讲青伤搁等3天会死未死，接过来决定讲要天歪天，安尼就无合理啊。所以去暗就转过彰化秀团去秀团病院。啊，秀团病院去暗去就暗啊暗啊，医生怎讲啊今日伤暗啊，咱手术房无位吼，啊无你明仔再动手术。啊，今日先做检查，伊就规个检查哦，电工啦、X 光啦，哦啊，超音波啥拢定做的对。啊，定做伊迄个像照电工是毋是啊？安尼搬过有无？规个人爱换温层啊。因搬的时阵啊，脚手现看嘛，甲阿妈棍拢会记咧搬，但是后壁头袂记咧摸，叫怎扭起来吼？有法即个头啊，怎落来？规个落来，爱血怎就给流落来？老来血压就袂输啥呢？袂输咱即阵在安尼怎向向禁电去？你着啊，电话向向失电安尼啊，无法度想，无法度讲，无法度呼吸，总停，哎、拢无感觉去。哎、啊，护士紧甲即个头安尼压起来，压起来，啊，着马上阁转来。哎、欸，会用想，会用呼吸，但是咧，有一个规个头壳拢血，我感觉我规个嘴啦、鼻腔啦，还是咧目睭感觉。啊，电文书各位真贤，大家好，大家请坐。啊，不敢当。好、哦，啊，咱拄正第一节课，安尼讲的速度敢会伤紧？没吼。哦，好。啊，过来休学哦，讲第二节课吼。啊，对金门回来了后，休学就去哦，算正开始嘛，回去台北。你台北办桌，啊，迄个时阵阮。有一个王讲师，伊咧开安亲班，啊，有法去遐斗三工。斗三工有一摆吼，阮就带迄个国校啊，一年三年吼，拢总有六个学生，伊就讲要求道，啊，甲因讲，我就讲啊，明仔爱穿整齐服装，哦，穿学校制服，咱来求道，啊，大家乖乖。
哎，学生大家生完了讲心笑，伊就问啊，讲老师啊，求道是要拜什么？我就讲拜仙佛啊，他就开始问啊，仙佛长什么样子？哇，哦，仙佛长什么样子？其实咱讲的仙佛长什么样子，拢是咱想出来的。哦，正港的仙佛生出啥款，咱唔捌看过嘛，对不？咱看无。啊，所以迄个时阵想讲，哇，这囡仔太安尼哦，这个手、口齿这样尼啊伶俐的安尼吼。啊，就讲啊，只要你吼明仔乖乖的，你就会看到仙佛啊。哦，安尼就会看到仙佛好。啊，过天刚因就讲好，安尼我要来看仙佛，啊，就六个就来佛堂吼。啊，因为囡仔嘛，所以就无开示道义，就直接请单。啊，请单点完书，迄、那个请坛词啊，一念落吼。啊，念落了后，迄内底啊，因六个原本徛好啊。真精济啊！内底其中有一个就讲：“啊，老师，紧走哦，佛堂有鬼哦！”哇，听出来哇，一个出来，大家就拢走出来啊！拢哇，紧走，紧走，哇，走出来，走出来以后，甲王讲师约出来啊！王讲师约到了，讲胡说啊！佛堂怎么会有鬼？佛堂太有鬼！用哇，老师，你敢无看到？哦，迄一个几啊百只手、几啊百粒目睭的鬼在佛堂面顶。嗯，各位在内，恁想这是啥物？嗯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，嗯，咱请单一请落，伊就看到，迄囡仔看到了，阮其他拢戆戆，但是迄内底，我讲啊，这个就是仙佛啦，进来进来，但是我甲王讲师的底下讲，这胖来乱的款，即个囡仔无乖安尼啦吼，无乖，啊，过来，咱请坛了的爱跪读深情喔，啊，就跪落来，啊，就开始。哦，啊的跪在三，哎、欸、什么？明明上帝连下又升起三奇应运，弥勒古佛，哎、欸，六个另外一个，不是都讲讲迄个哦，另外一个，伊就向向比尔比佛道讲，哎、欸，肥滴肥滴肥滴坐伫佛道面顶，哈哈哈，因为，嘿啊，哦，我就胡说胡说，嘿、欸，哦，啊，结果求道，求道了，阮。三宝分开来讲嘛，伊面顶的和迄个可能大学生因还是社会人士，啊，老下为因这种国小的讲，啊，传来阮川堂遐都有一张弥勒戏白纸啊，那就是弥勒祖师啊，囡仔拢伫巴肚顶爬有啊，伊就讲啊，拄着迄就是这個，哦，哎、欸，你看，阮佛堂无弥勒祖师像哦，干那老下有尔，啊，伊伫楼顶就先讲，哦，讲都是这个，哦，这实在不可思议，哦，我。啊，过来继续，迄滴板刀的时阵啊，我就甲王讲师，咦、嗯欸，奇怪啊，因太看有，我就开始问，这个嘛有，这个嘛有，这个嘛有，六个内底有五个拢讲有看到，啊，剩一个嘛，剩一个无，啊，就板刀板刷啊，板刷，我就抓落来，抓来就讲，哎、欸，啊，你一定是不恭敬啦，哦，不是你啦，哈、哦，你一定是不恭敬啦，要不然人家其他人都看得到，怎么你看不到？那太你无看到，刚刚你无看到，结果伊讲。谁说的？我有看到，我看到的跟他们都不一样。因为我哪有看到，伊看到跟迄无同款。那阮就真心想，我问讲啊，你到底看到啥？因为伊看到的拢对外口落来，拢对外口飞落来。因为伊看的迄、那个对佛顶啊，佛顶走出来，伊讲迄佛顶愈来愈大，愈来愈大，愈啊，才一粒头对迄凸出来呢。啊，伊讲出来吼，哦，迄、那个作草的，哦，迄、那个作草，嗯、就是我们老师啊。咱济公老师啊，我迄个足吵，啊足吵，老师来了，伊讲正开始就四界行，四界行，讲咱这徒儿啊，安怎的啦，还是讲心情郁卒的，伊就甲你灌酒啦，甲你创，其实咱拢唔知影，这囡仔讲，囡仔讲啊，我就问啊，讲啊，老师手有提啥无？伊讲有，又揢一个亏钱，但是迄吼亏钱，迄呐用迄个草，稻草啊有无？哦，迄稻啊落拔起来迄种的，啪啪啪足大声。诶、欸，我有去找三宅印证过啊，伊讲确实咱老师的法器是揢迄种，哦，迄蒲扇啊，迄种诶飘飘飘迄种啊，哦，安尼看起来这囡仔嘛无共骗嘞，嗯，因六个拢有看到，哦，啊后来我甲王讲师甲讨论一下，讲啊是安怎因看有，啊做因波书还是看无，啊，哦，讲这应该是安怎嘞，哦，神佛照着囡仔来甲咱讲这个道，确实是有啦，哦，咱讲有神佛。啊，这几年咱道场慢慢啊，仙佛指窍哦，咱都无照巧。但是你讲无照巧，敢真正无神佛？你看慢慢啊，应景真济，
哦，咱迄有迄讲法会现场图哦，最近有迄印尼的道亲画出来哦，哦，这确实是哦，咱即个殊胜吼、哦、不得了啦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后下伫台北，我咱搁伫遐做工课，做尾差不多半年，我还未挖一年啦，还未挖一年，因为咱算讲拢做迄种唔是工作正职的迄种，唔是全职的迄种工课嘛。按进班迄可能就兼差一礼拜去几工啊，安尼。啊，但是咧，厝内底人可能唔是安尼想。你看咱时代，咱拢会安怎想？啊，这囡仔毕业，还是讲囡仔大学毕业，照你讲，就爱趁钱啊，爱饲家啊。啊，他有闲讲，哦，啊去台北啊，拢无提钱回来，啊嘛唔知影你做啥安尼啊。所以因都有淡薄仔反对啊，有淡薄仔反对。啊，反对慢慢啊，就变作压力啊，就讲啊，叫校校一定爱转来咧，彰化这边啊，校校就想讲，安尼嘛好咧，无较早自高中出来，拢无转去算彰化遮，安那无即阵转来彰化遮生存，安尼嘛是会使咧。所以校校呐对台北转来彰化，啊，转来彰化的时阵，校校就伫学堂遮，甲咱老师讲，我就讲啊，老师放心，我转来阮彰化。啊，有下这个心嘛是未退啦，我等下遐适当，现在等下遐成为阮的亲戚朋友，安尼。但是吼、哦，有下你发现吼、哦，真来会甲师傅讲这种话，大部分拢是准备要退。上好吼、哦，咱平常吼、哦，卖去甲师傅讲哦，我就是一定要做啥，你先去做，再过来讲。嗯，你底下讲哦，打包票，甲上下尾啊，迄种立怨不了，无好。哦，你宁可你先去做。做偌济，才过来拄到问题，无法度解决，才过来找老师讲。哦，安尼可能较圆满啦。你卖讲先画，画画诶，甲啥物啊？哎呦，规个拢安怎？足够讲诶，但是啊，着慢慢做，安尼着无好哦。哎呦，啊，等来中华了，啊，着开始找工课。啊，拄啊，迄年算咱那以台湾来讲，即项工业是世界第一名，就是脚踏车诶工业。哦，自行车啦，这几年当然拢刷过大陆啊，但是后下到八十几年，遐吼是咱台湾全世界第一名，哦啊，所以后下迄个时阵想讲，哇，咱这着做这道应该较有出头，所以后下着去找这种脚踏车的零件，哇、哦，着做这道，啊，这道当然，伊做利润是真高，但是压力嘛真大，时间做工课时间着真长，所以有个人吼。当然，咱无钱去赚钱，当然是好啦，对吧？但是，你若归心干那想钱就无好，安尼敢无了解？嘿，对吧？你互人看，哇，那明明是迄个钞票才有诶面，就变作你，呵呵变作扑克脸啦。那就讲，若无利润诶物件，你拢懒得去的，对吧？无报酬诶物件，无都无啥想要去。就是讲，咱诶私心就变作足重诶啦。哇，这种嫉妒心、嗔恨心，我逐项弄出来。啊、所以正开始来道场，等下中华的时候，学校正开始嘛在接引道场，但是慢慢啊，咱家己就有一种能够压价的对吧？家己压价吼，就底下讲啊，佛堂点文书对我有意见啦，啊，我无适合遮啦，咱家己靠家己找借口，你知道？哎，有借口，你就慢慢啊，全部来接引。啊，来接引，学校就开始拢趁钱啊，早时啊六点出门，甲差不多暗时啊十一点回来，规工咧趁钱就对啊。啊、所以后下我那算退过道，哦，算讲后下把伫道场真诚心，但是后下慢慢哦，因为着做工课，后下出去社会啊呢，虽然讲迄个心还袂断啦，咱嘛是讲道场有代志，我嘛是会断来啊，发挥可能嘛会断来这一两点钟看者就走啊安尼啊，但是这种的在讲修道办道，我感觉讲袂过了，啊，就是讲迄个时阵后下就变作这款的人，啊，你想讲这款的人？其实上天同款慈悲，就是讲咱虽然无咧行道场吼，啊，照你讲，过来发生车祸，那遐严重的车祸吼，大部分拢倒去啊，拢倒去啊，啊，结果神父同款，因为哦，你较早修道办道安尼，我那有诚心，所以甲你保全。啊，有遐离开道场差不多无甲三个月，就出车祸，啊，迄摆车祸真严重，有遐早时啊，差不多。七点半，迄天差不多七点半出门，啊，七点半出门，我拢行准到迄参花路，迄参花路，阮那边遐拢重划过的，吼、哦，我那真大条啦，一台车会使行，但是两台要小心就较麻烦，哦，一台车会使行，
啊，我拢惊迄个水板，阮遐有一条水沟叫十三宝圳，我经过十三个圳吼，啊，就惊迄条圳沟边的路。啊，阮遐有一个水板较悬，差不多20公尺悬。啊，后下啊，多摆对面顶撸落嘛，撸加撸落，撸落啊，当撸落对面嘛有一个少年囡仔，伊要安怎要爬起来，所以伊油门我那喏，吹个。甲吹甲紧绷，啊，两只怎烧拢？哦，两只阿多巴对阿多巴安尼烧拢，弄落，后下人甲阿多巴怎正手柄这条水沟就安尼甲弄落，弄落人就摔落水沟内底去，摔落安尼规个人就戆醒去啊！啊，戆醒去，他有过，应该是他有几秒钟啊，尔啦，吼，无足久个，后下就搁精神啊，搁精神，我徛伫迄个路中，路中就看到迄个囡仔，甲后下弄迄个囡仔，哦，就足紧张个就。看伊啊，多摆起来，啊，就吹来吹来吹来，啊，就紧走起来，哦，肇事逃逸啦，吼，啊，过来又发到看，哎呀，伊太遐紧张，跟着看，哎，水沟内底，我才看到水沟内底有一只阿多摆啊，阿多摆啊嘞，阿多摆佫缀一个人，迄个人吼，迄上半身啊，插伫水内底，哦，倒插就对啦，啊，两只脚伫水面顶，倒插插伫水内底。哎呦！看到伊呢，我就讲哇，这个呢胖要死去啊，紧来甲救！啊，要来救的时候，才发现讲，哎，啊，这只阿多巴都我的嘞，啊，这个都我嘞，哈哈！那才发现了讲，家己就是伫水内底迄个人，啊，这什么意思？灵魂出窍啊！哦，这算客气啦，迄叫做要过身哦，要过身这才出来，这不是讲要灵魂出窍，加厉害个。那是讲要过身才走出来，不是讲灵魂出窍。那灵魂出窍这阵就用出来啊。那要安尼，我这阵就用出来，不是。那是讲要过身啊。吼、哦，那从鬼口开安尼有啊，所以灵性先出来。咱家唔知捌看过人过身无？过身真正不是咱喘者喘者喘者，那大部分都是灵性先出来。哦，灵魂已经出来。啊，后下去的时候看到家己底下，我才了解讲啊，拄正出车祸，我这阵要离开这个世界啊。哦，后摆咱拢有这个机会会看到这种的，就像看到家己听啊，做歪起来，甲话歪起来，啊，你就知影讲我要走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唔只爱修道爱办道，咱这种修道办道，互咱了解讲，哦，咱人走去了后，还佫有一个世界伫咧。哦，这点后学即阵就是，是安怎今日点万书会摆后学来，上主要嘛是甲各位在人讲这个，就是讲，唔是讲死了后甚物拢无啦，啊，后学死过一摆，所以我甲你讲死了后佫真济。嗯，佫有啦，佫有吼、哦。啊，后下就看到安尼啊，我就迄、那个等一下，迄、那个时阵吼，迄、哦、有一种美术，咱即阵录放影机同款安尼，一直放，一直放。哎、啊，画面就一个一个一直来，一直来。啊，第一个画面是啥呢？后下伫台北，我已经佛堂，我要回来的时阵，甲啦老师甲神父讲的话，我要回来阮兜遮设佛堂，我要回来遮度阮遮的众生。后下个第一个就是愿啦，愿啦，愿力啊，所以。有当时啊，确实是安尼。咱若拄到足危急的时阵，就是看你的业力较大，还是你的愿力较大。你的愿力较大，你就继续安怎？继续了愿呐。啊，你若业力较大嘞，你就还债啊，你就可能就一命呜呼啊，就归心去啊。啊，所以咱有修道无修道，确实有差差伫遮啦。有的人破病病较正当，但是嘞，伊就妄行妄行，行到啥物啊？行煞，赶快身软如棉啊。这嘛是一种情形。啊，有的嘞。伊个破病出车祸，该死安怎？无死有哦，这种个就是啊，像后学者就是，因为伫道场有咧修，有咧行，拄到个时阵，神父帮咱拨转一下安尼啦，就无遐严重。啊，后学就想讲啊，安尼这条弯我也未了，啊，我若转去，我嘛是这条弯无了，我嘛是爱阁落来啊。安尼假使讲我这阵卖转去，我对遮看有哈机会了弯无？我安尼想吼。咱求道，求道的时阵啊，咱求道，在座哪有人无求道？我这样讲的，你都唔知影。所以哪有法度等下才来求道？因为这件代志，只有求道，只有点传师才会用来做。就是讲求道，咱点传师甲咱点的这点玄关窍，后下个灵性对到位入来呢？对这点入来，入来辛苦哦，对外口哦，安怎个雄雄？人讲灵魂安怎会飞天，会唱水过啊，会遁地，哎，确实。呵呵有遐个怎灵性呢？落水入来胸口，入来胸口了，真疼，胸口足疼啊！因为迄弄着阿妈棍啊，所以胸口足疼，有遐个想要爬起来，因为藏伫水内底啊，想要爬起来，
一出力，一出力，这个灵魂搁走出来，搁走出来。咱家捌做过迄个生菜沙拉无？啊，生菜沙拉。咱煮个沙拉，毋是在沙拉甲加一空，啊怎安尼煮落有无？沙拉就走出来。有法去时阵，就有这种感觉。我一出力，未输迄个人，就好好煎出来，那飞出来，安尼了解吧？哦，就是讲咱迄个灵魂怎对咱求道这点走出来。走出来以后，就讲我不爱啊，我出来就死去啊，我要搁回来啊，搁入来，入来搁试看卖，搁出力，搁走出来。等于讲这个身躯吼，死到要差不多去啊，无法度再力啦。哎，所以后下段搁入来，入来了我唔敢出来啦。你出来就搁走出来啊，所以我就不爱出来，我就用想的，是讲我要站起来，我要站起来，我要活下去。正讲那是讲要活不爱活的时阵，差别就是差的啥，叫做意志力啊。意志力，迄种意志力，要挖起来，迄个意志力，有法个，我一定要挖起来，我一定要站起来。啊，讲嘛奇怪，安尼竟然嘛是有效呢。有法怎举起来，看到迄个光，就是头颅啊举叮当了对啊。我怎有看到迄水的光啊？啊，看到光了后，啊阿妈棍足疼的啊，我规个人就搁戆去啊，搁昏去啊。啊，昏去差不多过三十分钟，我那接啊，离我出车祸的所在有两公里远啊。我那只要要出门，阿伊怎对因兜出来，怎看到讲，啊，他有一个少年囡仔趴伫阿多巴阿面顶，哎，阿多巴噗噗噗噗噗，甲因兜怎停落？停落，我那只要就想讲，哇，这是安怎不良少年甲人相拍，紧要去报警察啦！我那即马出来则讲啊，啊，这都啊，这个因后生啊，则紧甲校学再去病院，啊，校学去病院了后，就报警察啦，因为迄伤较足严重啊，可能会过身嘛。所以就先报警啊！警察就先去找讲肇事地点啊，对我那接个引导开始找等于啊，找到现场，伊就讲啊，这哦，家己骑伤紧，弄电火条啊，哦，那个警察来说法啦。啊，结果因就讲啊，那弄电火条是安怎？他有两条刹车痕迹，啊，过来嘞，拖卡全部拢碎片，系啊，啊，过来水沟啊内底嘞，装油甲火，哦，可见这是安怎有出车祸的。啊！警察讲啊，安尼啊，多摆啊是安怎？他会对水沟佫走起来路中，啊，佫对路中佫骑两公里去看阿姐引导。啊，这就是讲，咱若要讲叫做显化啦。就是讲，有法感觉讲，哦，神父确实有大力士的先佛，吼、哦，就是讲神父有人有足有力的神父，吼、哦，伫别个甲咱帮助，咱修道办道吼，确实这神父有滴庇佑啦，有法的感觉吼。哦啊，迄这种庇佑，唔是讲哦，你有行道场才有哦。迄是讲，你这个人呐，修道哦，有求过道，基本上神佛就甲你肯定就对啊。哦，仙佛就甲你庇佑。啊，后下断完了，阮爸爸想讲啊，这阿多拜啊，都要搁会起来，啊，无来甲牵来修理。要牵去修理的时候呢，头前链啊，卡掉啊，卡掉啊，发袂起来，无当紧。要牵袂行，迄几个链啊了，弯卡掉。啊，奇怪呢！迄个时阵，阁有通骑两公里呢，哈，所以有阵时候，若要讲这吼、個，要讲红信，我拢讲，这有阵时候要讲红灵信就歹，因为吼，我家己都唔信，哈哈，我都唔信，因为后来我再去看，我透可能这阿东哎，对，这水沟阁飞起来，路中阁对路中塞两公里去弯道，但是事实就是安尼啊，事实就是安尼，连那警察都唔相信，但是伊嘛只好安尼写，系啊。写肇事逃逸，所以有法即阵是案底的呢，我有案底的啊，还未销案哦。哎呀，迄哪讲参会也是报道遐有发生车祸，也是抓到一种等下飙车主还是超速的，有阵时啊就会找有法去看卖啊是毋是啊？哎呀，啊，但是这要安怎应证？这就是讲智联讲啊，开始天恩师德啦。啊，过来就送去病院，其实即大家有法拢昏去啊，我拢唔知道发生啥代志。啊！伫病院的时阵，有哈有一个我第一个画面，醒来的第一个画面是啥呢？拄喺医生啊，医生拿一支眼啊呢，怎夹出来？啊，直接咧动手术，啊扭出来，啊有哈怎痛甲精神？精神看到医生夹出来，迄毋知咧说啥，过来就讲：范先生，你醒了，再忍一口气，啊怎过就？吼，过来咧动手术啦！啊有哈可怜啊，我伫遐安尼拽，安尼拽，对遐吊安尼。疼疼到啥，要动袂调，搁安怎？搁昏去，啊无就吐白泡啊，搁昏去，夹甲嘴个规个嘴即拢流啊歪歪安尼啊，算讲处理几点啊，真痛苦。哦，
好啊，就底下急救啊，才救到12点，哦，12点，又或者是时间拢用按，哦，用按的尔，我其实我唔知影时间啊，但是应该差不多啦，因为你着看，差不多中昼因休困，哦，啊，电话切暗可能是差不多中昼，啊，中昼手术了，啊，伊迄个医生就讲啊，范先生，哦，你这算不幸的大幸啊，用你这空嘴对倒弄入面，又看空嘴对后边只，对只插入，啊，对头前只插出来。多换烟就对了啦，安尼了解啦吼，换烟安尼切出来，啊切出来，迄个时阵空嘴偌大咧，啊比咱这个背啊较大啩，嘿，空嘴这个规个怎啊狠狠一平安尼无去就对了啦，哦，大家你去想看卖这個，哦，偌恐怖的对啊，嗯，真恐怖安尼，啊，过来，迄、那個、医生就讲吼，你这有颈动脉、有气管、有颈静脉，用你这好加载。你的气管动脉无断，你断静脉。但是伊讲你这嘛足奇怪，他有人讲这边无断，啊内底做断。咱安尼是毋是无合理？你若安尼切出来对不？他有可能讲这无断，啊后壁会断。啊，事实就是断这条。哦，啊但是虽然这阿妈棍这大家这气管无断吼，但是后下拢无法度讲话。我呼吸这拢会漏风会痛，所以这嘛拢有受伤足严重的。啊！医生讲，你那是这动脉断吼，你落落水过30分钟，你这上来这头脑可能拢脑筋拢害去啊！讲你那是断气管，你过落落水内底多啊喏，窒息哇！哎呀，马上就窒息，立马晕死！你拄好带去，这个静脉断啊，静脉会滴流会较慢，吼愈流愈慢，所以讲你来病医的时阵啊，血压量无啊，量血压量无呢？哎，输血拍袂入去啊！你唔是讲咱急救拢爱输血有啊？迄血拍袂入去，伊结果伊安怎拍？讲你只拄啊断一支，伫只拄啊对一支直接接入，哦，对静脉直接接入去就对啊，接入去输血啦，安尼啊，啊才救起来。哦，所以有下感觉讲，你就算讲出车祸嘛是车祸甲拄拄啊好安尼，那天伦失德啦。啊，过来医生安怎讲？伊讲你这伫我家吼。哦，爱观察3天，我才敢甲你听，因为惊讲清无清气，讲落落狗啊，你这种沙啊啥拢伫内底，用我才爱清3天，我才敢甲你手术。哎，讲啊，你若要较紧诶，你就转去较大间诶。啊，所以迄暗，阮爸爸就底下想讲，这应该是一间病院安怎技术无够。哦，你若技术够，当然你清伤一定紧天甲着啊。他有讲清伤搁等3天会死未死，接过来决定讲要天歪天。安尼就无合理啊，所以去暗就转，转过彰化秀团去秀团病院。啊，秀团病院去暗去就暗啊，暗啊，医生怎讲？啊，今日伤暗啊，咱手术房无位吼，啊，无你明仔才动手术。啊，今日先做检查，伊就规个检查哦，电工啦、X 光啦，哦啊，超音波啥拢定做的对。啊，定做伊迄度像照电工是毋是？安尼搬过喎，规个人爱换温层啊。因搬的时阵啊，脚手现卡嘛，甲阿妈棍拢会记咧搬，但是后壁头袂记咧摸，叫怎扭起来吼，又发这个头啊，怎落来，规个落来，爱血怎就去流落来，流落来又发就袂输啥呢？袂输咱即阵这安尼怎向向禁电去，你着啊电火向向失电安尼啊，无法度想，无法度讲，无法度呼吸，总停，拢无感觉去，爱护士紧甲这个头安尼压起来。啊起来，啊就马上阁转来，哎，会用想，会用呼吸，但是咧，有一个规个头壳拢血，我感觉我规个嘴啦、鼻腔啦，还是咧目睭感觉，像照电工是毋是啊？安尼搬过喎，规个人爱换温层啊。因搬的时阵啊，脚手现卡嘛，甲阿妈棍拢会记咧搬，但是后壁头袂记咧摸，叫怎扭起来吼，又发这个头啊，怎落来？规个落来，爱血怎就去流落来，流落来，血黑就袂输啥呢？袂输咱即阵这安尼怎向向禁电去？你着啊，电火向向失电安尼啊，无法度想，无法度讲，无法度呼吸，总停，拢无感觉去。爱护士紧甲这个头安尼压起来，压起来，啊就马上阁转来，会用想，会用呼吸，但是咧，有一个规个头壳拢血，我感觉我规个嘴啦、鼻腔啦。也是咧，目睭感觉啦，规个拢花吼，拢花。啊，所以第一工真可怜啊，第一工毋着足可怜啊。第二暗，
啊，第二天就拜六啊，拜六想讲早时啊，就要动手术，结果来的是一个迄、那个足少年穿牛仔裤的医生。啊，这是啥物？叫做实习医生哦，实习医生。啊，伊来就讲啊，范先生歹势，啊，你的医生吼、哦、是因对台北请来的，伊讲那秀团来讲，因外口请的医师，因拢周休二日。因今日拄啊拄着拜六，啊，明仔礼拜你的医生休假去，所以今日无通甲你动手术，明仔嘛无法度。但是医生有交代讲，爱甲你看你的空嘴，哦，爱甲你清者。啊，结果迄实习医生伊就甲你裂开啊。因为我这阿妈棍原本是用迄纱布盖的，啊，伊一裂开伊嘛无想着讲，其实这是半边，迄空嘴遮大，伊裂开伊发到哇疼。迄血规个拢钻出来吼，咱即大家看布袋戏喎，迄头剁掉，迄血毋是乌白飞，迄都袂输迄种诶，你知道？迄血怎安尼钻出来？血溅吼、哦、三尺，迄规个护士、医生诶衫拢肿血啊！又咧一疼，咱十力用要安尼规个撑起来喎，迄血规个拢钻出来。我钻出来，迄实习医生我那惊着，伊想讲哇，即个头壳太长做两过。因为确实有型就对了啦，你若安尼直接现场看，应该就是当人过。怎二迄个急救人啊？哎，原本就是迄个监护病房，所以医生啦、护士大家拢围过来啊，六七个都围过来，甲你倒迄个啥呼吸器，甲你电嘞，安尼哦，有够可怜嘞，无死虾米啊死去，伊迄个直接就甲你灌迄上锁有无？直接甲你灌落，啊，你鼻腔都原本都要过会输，怎安尼直接甲你灌落？哦。迄袂少去有人揢迄电针对只甲你针落，我真艰苦。啊，过来伊迄有迄电击器啊，电击器伊迄就是因为伊惊讲你常常休克，所以伊咧急救的时阵拢会适度甲你加压。啊，你著听着安尼啪啪啪啪啪啪，啊，毋知是家己咧想还是正讲，我著想我透烤肉的味安尼。迄是其实应该是无啦，迄就是干那电的声，但是你著听着迄种电的声有无？滴滴啪啪啪啪啪啪。哇！啊，后下就那闻到迄烤肉的味啊呢，啊，有够可怜的。啊，后来迄医生到见面啊，因就直接看讲，伊只敢那血流出来尔，但是生命迹象足好个啦，所以无问题啦，无问题就丢掉。哦，这算乌龙事件。但是后下真可怜啊，底下红，那像秘书向领地啊，啊，医生就开始换药啊，换药啊，伊就甲这肉啦、血啦，规个拢夹出来哦。规地一地一地安尼夹夹出来，外口洗洗才阁放入。啊，放入了后，伊就讲哦，反正你这吼、哦，因为惊讲拢黏做伙，我看吼、哦、用迄个棉花，啊，温生理食盐水，甲你吐个开，安尼等下甲袂黏做伙。所以伊就开始贴咱的病友迄种大包医疗用的，超级大包啊，迄种迄个等下棉花，也算清洁用的棉花，结果。有黑阿妈棍遐，伊阁另外拆三包，敢那阿妈棍只拆三包来拆啊！你去想讲，即个空嘴迄个时阵偌大，就是遐大空吼、哦。啊，用了则砍起来，啊砍起来伊就走啊！有黑看迄个输血机挂伫后壁迄两桶啊，为红红的血两大桶，等于规身躯的血拢换掉去啊！啊，过来，迄、那个实习医生走，他等下护士就来，护士讲：哎、欸，范生，你即爱食一挂抗生素吼，甲、哦、袂发炎。啊！伊就摕迄抗生素和药盒啊。我想药盒想讲应该伫吞下落吧，用吞诶，吞看卖，吞到哪后转佫吐出来，会疼，佫吐出来。啊！护士伫边仔看，讲啊，抱歉，我忘了你是昨天转诊过来的。啊！伊袂记讲你是阿妈棍受伤诶，因为迄护士早时啊才换班嘛，所以伊就毋知影。我想讲哦，确实，然后咱人若衰嘿，哦，呵呵啊，都虾米拢来了对啊，啊，可怜，好。啊，护士就讲啊，安尼我甲你抹做粉，你用啉的安尼看嘛，啉会较舒服哦。啊，就用啉的好，啉落同款，甲只就尿尿就佫吐出来，啊，佫有血，佫有痰呐，拢黄色的。啊，护士讲安尼要安怎？啊，无你摕互你棉花棒，你用温的温嘴唇，安尼慢慢啊食好。迄一杯啊羹尔，细细杯啊，啊，许下温安尼吼，安尼温的来食吼，差不多要温两点钟啊。迄细杯啊羹有无？佫无满哦，差三分之一安尼尔，一杯啊，囝爱温两点钟。迄第一杯温到要打的时阵啊，迄护士佫摕一杯来讲，你这抗生素药效两小时，两点钟还食一块继续温，哦，有够可怜的对吧？哦，真可怜。
拜六礼拜，哎，换药啊，换药差不多两点钟换一届，伊就来给你看者。第一拜是咪迄棉花给你撑着，啊，第二拜换药啊嘞，要扭开甲迄个棉花夹夹出来。我迄我那真疼，因为咱后边内底拢规个拢花啊，伊夹啊是安尼插入去看药效的表情啊。你啊插来药效无感觉，伊就夹出来，可能无夹着吧。那插来好些，迄个表情安怎插着啊？伊就哦，佮抽起来啊，才佮夹出来。所以有阵时啊是足可怜的对啊，那你个时阵拢家己个信心拢会动摇，讲哦啊是安那太我伫受这种苦，是安那后学伫受这种苦，哦有阵时啊会这种想法啦。后来咱就想讲啊，明仔就应当手术啦，佫忍者，啊拜一拜一就等医生要来动手术啦。结果拜一医生一来，哎啊要佫是同款是学生因啊，啊是安那佫是学生因啊，伊讲啊歹势你迄个台大个教授。哦，大大的教授啦，所以咧，我今日拄好拄到9月28号，叫做教师节，补假一天哦。啊，那无法度，那无代无钱嘛，是讲阮请三天去。原本就是想讲，伫阮遐，伊讲爱观察三天，你会惊，你唔才转来上好的，转来上好的，甲你请三天。啊，是安怎讲？阮转来上好的，佮甲你请三天，业力啊，业力啊，该行的啦，就是要让你受苦啦。欸，要让你艰苦，不是要让你大病，无就让你死去啊！哦，所以在业力现前，有发现时阵，哦，真正可怜。啊，从迄天过来拜一，过来赶快拢换药啊啦，赶快拢痛苦。到迄天的中道，中道有发现在底下在想讲，咦，我有求过道呢，我是道亲。有发现在想起来，因为巴肚枵，想讲我有食菜，就想起来讲我是道亲。啊，想起来道亲，咱道亲上重要的一个印证是啥？三宝，嘿啊！所以学法的时阵，才底下想讲啊，我是道亲啊，我有伫道场修道办道呢。啊，修道办道太过受着这么啊可怕的痛苦，这一定是我较早捌做过哦无好的代志欠人的啦。所以学法当底下想讲啊，那是我欠恁的，我就全部拢还恁啦。我伫道场有任何的功德福等，若讲有功德，我拢给恁啦。安尼啦，啊，求恁帮我刷安尼。有法安尼想的时候，我也想起来讲啊，对，咱丢到有第三宝。我那底下想讲啊，等下医生若来，我要来用三宝啊。各位真嘞，咱三宝会记得阿未？会阿未啊？即阵讲会拢无路用啦。哎安怎拄到你个清楚才有效啊。哦，所以三宝平常都爱留啊，留啊复习。无你正刚拄到，你都遐青惊，你都啥物袂记得啊？你要安怎用三宝？无法度。所以平常都爱留啊，哦，复习三宝，大概拢爱去复习。然后办道，咱有人咧讲三宝，大概去听，哦，那听久，咱家己才会通啊。你家己三宝是啥都无熟，正刚要用袂出来，敢若惊到戆去啊。哦，像遐，即阵讲会拢无尊崇啊，啊，拄着讲会才有尊崇。哦，这有爱强调啊。哦，啊，过来，伊就开始迄、那个等一下中道。要换药啊！医生就过来啊！啊来，伊就伫边啊伫等啊！伊伫等讲哦，药客原本那听到声，我拢会紧张紧去揪个边啊踢啊！因为即摆我想讲要用三宝都袂用揪嘛，所以药客就手放软软，爱手白条呀！啊药客就啊好啊，无就来用三宝。啊各位先生，你看药客用三宝甲无用三宝，啊医生来换药啊，恁感觉啊安尼有差啊无差？啊啊会听啊袂听？啊？恁可能拢听过啊，较早有人讲拢未听，我讲拢未听，啊无你来首先，我来拍看你会听，同款会听啦。咱这个咱的三宝，尤其是一贯道的三宝，上主要是予咱一个解脱的方法，叫做超生了死。伫印证讲，咱人有一个灵性，咱有一个灵魂呐、啊，印证这件代志。唔是讲哦，我第三步用落，啥物拢未听，用落出车祸、车弄、车歹，我无代志，无啦，唔是迄个方法，迄是安怎？就是讲印证咱有一个真主人、假主人安尼啦。哦，有一个肉体是假，有一个灵性是真，所以后下就用三步，结果医生开始换药啊，进前伊换药啊吼，迄血拢超只大桶、规桶塞出，啊，即摆药啊换了咧。迄塔、迄规桶无火啊，一挂尔，许我看可能差了一杯啊。啊，当然了，差足济啊。迄医生就伫问啊，讲：哎，范先生，你都不会痛哦？你拢未痛是无？我嘛无看你嗨，因为正常拢会嗨啊。
啊，无就一直出来对啊喘，啊，即摆换药拢无喘，啊，那拢袂听。啊，药啊无法度讲话，我用写，我讲听当然嘛是会听，哦，痛是当然会痛，但是我无去忍，无去出来甲伊拼，我接受啦。所以就是安尼，目中足痛的，正常就是一直出来嘛，一直出来。啊，即阵呢，出来听一下，知影讲啊，这假放掉。痛嘛是同款的痛，迄毋是讲哦，你就有法度安尼扎咧，拢无差安尼，无法度啦。就是讲有阵时啊，痛啊，哦，扎来一下啊，但是咧，咱就马上想着讲啊，这个肉体是假，啊，就搁放落。啊，咱就有差啦，差别就伫遮。所以咱第三步甲无第三步就伫遮有差出来。咱若有求过到拄着的时阵，咱就知影安怎哦，会使放下。啊，所以你看迄换药啊，都差真济啊。你辛苦，你看原本流啊济血。结果留一挂血，这就差足济啊！医生家己就知影，知影讲哦，安尼你这一摆无同款，唔知倒位无同，哦，伊唔知影，因为无求道，伊就唔知影。哦，啊，咱若有求道，咱拢知影。哦，啊，恭喜大家后摆啊，希望你拢无机会用对吧？哦，啊，那有当然就是，咱有这个有较解脱就对啊啦。哦，有学算是听过的人，甲恁讲，那恁免听，后摆恁就会用。哦，啊，过来。就只好迄天嘛是拜一嘛是拢继续换药啊，等拜二，拜二再去医生来，啊，就怎手术了，就 OK 啦。伊也算早时啊八点就迄个第一位入去手术，啊，一直等手术等到下晡点半才出来。哦，迄手术伫遐听啊，有迄阿妈棍只听252针，哦，252针。啊，过来伊只显微手术吼，是规身躯诶。伊甲只胸骨只皮甲肉揪开啊，揪开啊，去后壁只煎肉，哦啊，心脏只大只煎血管，啊，脚床背只咧抽脂肪起来补阿妈棍只，哦啊，皮嘛是同款煎后壁来补头前诶，所以啊，有遐阿妈棍只大只诶手术，这是真复杂无，啊，迄毋是讲像安尼看诶，所以伊规个手术几点钟，差不多5-6点钟有咧哦，哦啊，5-6点钟了。伊个个伫个有个全身麻醉嘛，所以个爱伫观察房看你麻绳退了有完全无，差不多到4-5点才转来病房。啊，即个出来就直接送一般普通病房啊。啊，普通病房有遐伫四楼吼，啊，四楼听就伫遐想讲无死哦，好卡在。啊，咱若道亲，你若讲动手术还是讲出车祸无死，大部分。那有滴接引导场的，拢知影讲，咱爱谢恩呐，咱爱感恩呐，所以后下就家己安尼挣扎安尼爬起来，跪伫文生顶，我就是遐讲啊，感谢咱老师主笔，感谢老母娘主笔哦，100叩首，啊，就用心啊，1、2、3啊，想我袂到1班我困去吼，哎，那就是后下去的时阵精神无够啦，气力无够，啊，所以咱即阵咱啊，晚现象1到100有法度啊无？有啦吼，恭喜大家，安尼还阁有法度，表示阁在在啊。休学去的时阵，连安尼都无法度。啊，困一阵啊，啊，就有人伫摇我文床啊，伊就讲，哎，起来，伊讲国语啊，用起来。啊，休学就起来，伊讲你来，我就爬起来，怎行过来，行到伊头前，休学就有一个感觉讲，哎呦，这个唔是人，想要讲唔是人，因为吼，伊行到遐，休学行到伊头前。差不多1公尺的时候，有发现讲，伊周围有一个光。迄暗时啊，差不多6点嘛，所以讲病院原本就暗暗嘛，啊，佮外口嘛暗嘛，所以暗暗，但是行到伊家怎光起来？伊的胸骨即搭只有一个佛光，差不多1.5公尺到3公尺安尼。迄个超即个范围安尼有一个光就对啦，佛光。我咱在座咱点完书，就算讲头壳佫较光，迄暗时啊嘛袂讲，有一个佛光甲你围的有无？可能有啦，咱看无啦吼。咱这后学，咱大家肉眼凡胎无看到。啊，但是咧，后学迄个时阵去，哎，哇，神翁，这个神佛来安尼，这有一个佛光，后学就知影讲，哦，这胖唔是人，这个、应该是神佛，因为这那是鬼吼，应该起鸡毛皮，所以后学想，这应该是神佛。啊，伊就讲话啊，伊讲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你要不要去啊？我带你去一个所在，你要去无？啊，有阿老公，我要，我要去。伊讲要去，你抱好。啊，伊讲的时阵，伊无像讲咱发挥啊啥，神佛来报佛好有啊。讲伊是某某神佛，咱才知影伊是谁嘛。但是这个神佛伊无讲伊是谁，有阿就知影讲哦，这南极老仙哦，南极老仙哦，伊无讲哦，啊，有阿就知影，是安怎会知影？
有较甲人讲，即过去式，有较捌甲神王有缘。哦，那像秘书讲，咱即阵倒去厝，恁后生入来开门关门，你就知影讲即大个倒来，二个倒来，嘛免伫遐报备讲，我是大儿子，我现在要进门了。哦，免啦，免报备啊，因为作熟个，你就知影伊即是恁后生，还是讲即陌生人，咱就知影清清楚楚，因为较早个缘嘛，对不？所以神王伊无讲伊是谁，但是后下就知影讲即神王。啊，这个应该是讲过去世，后下要甲神王有一段缘。啊，神王讲要带后下去一个所在，后下就好啊，啊，就抱好啊，后下抱作案啊。因为我想讲，等你胖吼，怎直接对这个门安尼怎甲冲出来安尼？哦，应该是安尼。结果唔是，神王是怎直接对他门怎甲冲出来？哦，哈哈，诶，仙佛诶妙法甲咱无同款，伊大鬼拢会用出来。结果一出来，你原本想讲应该是对这头，结果对这头就差真济啊。所以就出来我就惊到啊，惊到就想讲，哇，安尼唔是吓死死老呢？开玩笑，死老自杀会死哦，系啊，所以哇出去就会惊，目睭就磕掉的，所以无看到。但是神龙迄完啊算慈悲啦，伊就飞起来，伊嘛甲你安尼，互你坐掉，伊就安尼知影你阁抱会掉，伊就无管你，就飞起来。哎，你飞得足紧的，所以过阵人咱有个人讲腾云驾雾啊。哦，做神父后摆来腾云驾雾，哦，迄介艰苦，唔好去腾云驾雾，因为迄速度伤紧哩啦，迄紧到哪啥呢？迄后下个目屎啊，流袂离啊，一直用飞呢，因为迄速度足紧的，风足透的啊，啊，过来咧，伊迄你安尼速度飞过来，迄风袂输那刀啊，安尼甲你刮刮你的肉，你会疼呢，会疼，爱疼过来咧，迄空气输袂着啊，我迄飞伤紧，输无空气。输无空气，你又感觉哦，心脏愈来愈无力，原本伫胸口啊，慢慢怎跳出来哦，心脏对袂调啊，对袂调，我就伫遐想讲啊，神龙主笔，我不爱去啊，我不爱去啊，我就手要放的时阵，神龙哪知影伊喏手安怎刷落来啊，胸腔安尼甲挤的，挤的都有一迄、那个灵气啊，神龙的气啊都灌入来，啊灌入来，这心脏原本就对袂调啊，都诶、欸，我对起来呢。啊！那跳起来，哇！跳起来都发抖呼吸啊！啊，我都呼吸都较在才看有哦，慢慢才看有哦，看有这云啊，啊这天哦，慢慢愈来愈光。哎，暗时啊，滴飞啊，但是愈来就愈光，规个光起来吼，啊光起来金光闪闪。后下个目睭我都看真远啊，但是就金光闪闪。啊，过来飞到一个算一个所在啊，也有一个楼啊吼，安尼起哩，那差不多嘛是百外的台阶啊。啊，徛伫面顶遐有一个牌咯，哦，一个牌啊安尼。啊，神龙就讲到啊，安怎牵后下个手用行，哦，爬过迄个牌咯。啊，后下就伫遐看，迄两边啊，两边拢有神佛徛。啊，神佛吼，你讲迄古早人啊，现代人看袂出來，伊穿的吼，迄秘书嘛是有古早的武器，嘛是有咱即阵的秘书手枪啊，是镭射枪嘛是有诶，迄看起来都有型的对啊，可见。迄身份吼，迄超越古今了，对吧？哦，看袂出来讲，迄种也是较早古代还是现在？但是你就知影讲，哦，这武将，这武的啦，这武将，哦，这的官家。啊，佮较远迄边哦，就看到讲，哦，真侪道亲哦，因为咱一看就知影这道亲嘛。可见迄有的应该是讲道亲归空，归空伫遐排队，大家伫遐排队领牌啊啦，伫遐排队。哦，啊，无就伫这边遮困倒伫遐咧功课，拢有啦。啊，有诶，啊未领牌啊，伫遐练佛规礼节嘛，拢有哦。我伫遐门口伫遐咧。啊，有啊，就先拢就开诶，啊，就行过啊。我迄我那真样呢，因为你后摆转去吼，你会发现所有人拢伫遐排，你知道？哦，啊，你免队，你就行入去。哦，迄算我那算很威风啊，很有威严的对啊啦。啊，行过了后，先拢就问有啊，讲你知影拄只只倒位无？哎呦，他就讲啊，南天门哦，因为咱道场拢有安尼甲咱主笔过讲啊，这是南天门。啊，先讲点头，点头了后，遐足欢喜。我咧欢喜啥？我咧想讲哦，啊，我来道场嘛无几年，想袂到我修行的这个道行已经面对三宝啊，所以你欢喜这件代志啊。啊，我就跳过去问先讲，先讲啊，咱过南天门唔是爱对三宝？啊，是有，事实上是后下的，甲神龙顶讲，哎，神龙，你看我过三南天门面对三宝呢。啊，神龙知影，神龙伊就笑笑啊，伊比伊家己啊。啊，后下知影讲，哦，
原来是尖光啦，咱尖了先弄个光啦。迄秘书讲，今日咱要去总统府，拄啊总统开你个手行入去，门口个卫兵敢会甲你抓落？袂啦，伊都尖着总统个光啊。所以想到后学回去迄届无对三宝，而尖着先弄个光，唔是后学受了好哦，是尖光啊。所以后摆咱回去，较好个情形是尖光啊。就是讲，咱对神父有信心，甲你有缘的神父来甲你接等，咱是毋是较顺势，对吗？啊，要安怎好神父来甲咱接等？你发拢会想呢？我即阵已经想通啊。就是讲安怎呢？咱平常定定来佛堂啊、办桌啊啥，是毋是定定来神父甲你就捌啦？啊，神父甲你变作好朋友，后摆你回去，伊敢免来甲你迎接？应该爱啊，是毋是啊？所以平常咱甲来佛堂甲神父虽然看无，但是甲神父是结缘啊。这缘慢慢啊深，后摆你回去，迄落伫门口遐，啊，这都捌咧，这都进来啊。啊，你若唔捌咧咧，干那求过道，当然都爱，迄佛堂可能都无神父，甲你有熟嘛。你家己嘛无法度讲，甲多一个神父较有熟，是毋是安尼？对嘛？啊，后下你看吼，不然咱在座有人有家庭佛堂，啊，你看你佛堂讲大个，哦，你可能后摆回去大部分都即身，甲你带回去。那是讲你佛堂拜南海古佛，后海就是南海古佛，甲你接引回去啦。大部分拢安尼啦，带个神父甲你有缘嘛，安尼就是伊甲你接回去安尼。啊，后下底下佫继续飞哦，过南天门了佫继续飞。啊，飞经过的所在叫做三官九口啦。那道亲捌听过其他登去天顶的有个人是去三官九口有无？底下哦，什么官什么官，安怎靠安怎靠？啊，后下唔是去啊，后下。过三关小口，佮起里面顶有一个八卦院哦，功过院就对啊，哦，功果院、功过院有法去遐，还功德池啦，啊，背到遐就停落。啊，先拢停落来，伊就讲够啊，你手放，我就放落来看，我看哦，你天顶佮咱世间无共款，差别伫倒，你知哦？先拢知影讲登去天顶，当然这嘛是一种形象啊，但是借这个形象，才能显出天上的庄严。天顶啊，啥物款呢？土卡，纯金做的，正讲金啊做的，规个土卡全部拢金啊。啊，路咧，路是啥物呢？叶啊，白色的叶啊做的，迄路，白色的啊，白色的玉啊，叶啊，我又实在不得了，你知道吗？迄个讲炸袂当来，那炸会当来吼吼，三四人拢免谈，安尼真正，迄就是讲，哦，你去到天顶吼，你若讲爱钱的，去到遐你就会放下。因为都无得比，你知道？你讲像王永庆这几十亿去到遐啊，迄算上善的哦。天顶就是安尼，大家拢富足的对吧？要爱啥拢有。啊，遐在底下看，哦，这正手面，那一个壁刀，金光闪闪的壁刀。我想讲，哇，这是啥物？来甲望看卖啊！啊，走过望，啊一望，哎呦，啊这壁骨嫩的，你知道？那别说金啊嫩小小安尼，望来骨嫩，啊嫩，遐就退后来看卖，这是啥物啊？结果。伊雄雄怎压一只龙落？迄一只龙的头啊，哎，金金的是伊的啥？胸骨啊，因为伤大只，后下看无咧。伊头是压的呢，啊，雄雄压落。后下第一摆看到龙吼，我讲这怪物，所以然后就紧走哦。阿神龙紧走，有怪物来啊！阿神龙，哎，你卖掉惊。伊讲这啊，这是功德树护法的天龙啊。啊，未输咱世间的讲哦，这就是啥神啊？有啊，迄种良心有啊，还是讲虎牙良心迄种的有啊。啊，底下来讲，伊也唔是虎牙，也是龙，护法的天龙，正港的龙哦。我足庄严的，我足大只，迄头敢那头咱这粒基德公遮大，头鸟，迄粒头鸟就咱基德公遮大。所以你若看到一只狮啊呢，哦，敢那头咱基德公遮大只，你敢会惊？应该是会惊的嘿。所以有法当然紧走啊。啊，神龙花才紧停诶！啊，正开始阁无啥敢去咧，因为想讲哇，这只大只。啊，结果神龙讲啊，你卖惊，因那是神佛啊，哦，咱诶护法神就对啊。用正手柄这只金色诶，就是看啥呢？咱做好代志，咱立愿啊，立善愿啊，行功了愿有无？出去度人啦、啊，是去功德打帮助道哦，这好代志诶。这只金色诶龙会甲咱保护，甲咱顾，甲咱看。用倒手柄。后下原本无看到，一臂倒手柄，佫背一只青色的龙来，啊，青龙来，用倒手柄这只嘞，
是监察咱哦，邪心邪念，恶心恶行，歹心歹念，等于讲啥做歹啊？哦，做遐无好诶，佮背一只青龙。啊，这两只龙无啥共啊，一只佮成狮仔头，一只迄个色吼佮成酷气啊。人讲诶，迄种佮深迄色喎，迄看起来足歹。哎，目睭啊，避开看有哈哦，有哈可能原来咱算有做歹嘛，所以一看到哦，对头壳顶诶，脸甲脚手底。表示讲，哦，迄正气足强，迄对不对？迄鲜活护法神，迄正气足强。啊，神龙讲啊，你家对我入来，我就行入去。啊，迄、那个门吼，迄我那真奇特呢。迄门，咱世间呢起的厝拢对土卡起起来，对不对？天顶的厝吼，你若安尼看，袂输拢对天顶落来。伊厝吼，迄面顶拢哦，拢足悬的呀，啊足悬的，咱安尼看袂输讲，哦，规个对天顶落来的一个厝安尼。啊，实际上伊嘛是对土卡起起，但是咱的感觉袂输，哦，这拢对天顶垂下来的一个建筑物，所以天顶甲咱世间有一寡无同啊。啊，入去，入去了后，后下才发现讲，啊，外口看这个门是大是大，但是我咧想讲，佮安怎大嘛袂比外口较大嘛，是不是啊？咱讲基德宫，基德宫真大，啊，基德宫佮安怎大嘛袂比咱这个门的外口佮较大，因为外口是归台湾啊，是不是啊？结果后下入去天顶都唔是安尼，后下入迄个门啊，后下一看，哇，啊，这个门太安尼，内底嘛是足大个呢，无量无边的呢啦，无穷无尽的呢，大个你看无迄个尽头啊。所以天顶是安尼哦，你过一个门，啊，迄都阁换一个天就对啊啦，迄无同款，甲咱世间无同。咱世间想讲啊，那就差两步咯，等你阁过应该袂差将，天顶差将。哦，亲近无亲近，绝对无绝对，差足济。你看的物件拢无同款。啊，入来功德池了后吼，迄、哦、就算较亲近的所在。内底真济啥呢？迄有青阳旗的修道人啊，青阳旗的啊。咱只较早古早的迄种修道人，毛较长有啊，毛较长的，你看会出来讲哦，因这拢苦修苦练，嘿，苦修苦练，规身躯拢毛安尼啊。哦，啊，但是迄种的就是较早的修行啦。哦，啊，过来，佫行，啊，神龙就自备讲，咱求道有烧一张标文，叫做啥物？嘿，龙天表。啊，神龙自备讲啊，龙就是啥？外口即阴阳相融啦，就是有好发神啦。哦，啊，天叫啥物呢？天榜。咱毋是求道有一个讲天榜挂号哦，天榜啦。哦，就是讲即、這个。啊，过来咧，即、這个表就是表示讲咱世间即张纸。啊，即张。其实是很重要的。什么叫做龙天表？就是说第一，这张标文要有这种威神力，就是说所有的诸天神佛要来护法、哦、第一啦，就是这张如果要叫做超生了世的龙天表，第一就是要有护法神，诸天护法，第一。第二呢，它就是要怎样，三观大帝那边那有他报道，有他注册啦，那叫做天榜挂号，要有空去天榜挂号啦。第三就是讲，咱世间这张纸内底要有啥一代的名师，咱师尊师表的这个名，这张纸才算是龙天表。这三项拢要包含在内，所以有法度伫遐哦看，原来咱世间讲一张纸尔，伫天顶吼，这个书圣会用分这三项来讲，就是讲天人甲地全部拢是爱护持的对啊啦。啊，入去了后，神龙伊就知影，伊就讲啊，我知影你有疑问啊。你的疑问是讲，哦、啊，我感觉我办道，我那比人较诚心是安怎？我太比人别人较衰尾，哦，太去拄到这种哦车祸。伊讲啊，你也了解吼，讲各项拢是安怎？有前因后果啦。后下这摆出车祸的因果是三百年前做落来，三百年前，三百年前后下是大陆。大陆人，啊，大陆人后下，迄世吼，算住伫渔村啊，渔村啊吼，啊，算讲甲散，甲散才有十外岁，就想要出来外口去共做工课、趁食。啊，招阮共庄的另外三个人，同齐出来外口做工课。啊，出来了后咧，出来了后，你想诶，一个无技术啊，佮无读册的人，你有法度做啥物？敢用做工做工，人迄叫啥？哦，劳动工啦，吼、哦，讲做苦力啦，哦，做迄种劳动诶，劳力诶，啊，就伫遐啊，但是迄趁无啥钱啊，所以只好咧，
若有机会就去人偷啊，去人抢，去人骗。啊，迄个时阵伫遐过船啊，共接人过河啊。啊，那这就敢若一个人、两个人啊，就甲抢吼。所以迄世是做歹代志的吼、哦。啊，即世是做工书啦吼。啊，但是迄世是偷抢拐骗吼、哦。啊，就怎赚差不多十年了，就想讲啊，赚啊未互掠着，啊无就卖搁做啊，就要转来。啊，要回来当然就要分啊，分看这十年赚多少啊。一看，哇，这安尼几啊千斤的金啊，那就想讲，哇，安尼哪有法度装安怎，装修上好啊。所以许个心内底都有迄种，人讲的，你若看坏财，你就会起杀心嘛。所以就雄雄就起来啊，你知道？像你看咱台湾即阵，你讲大乐透，迄我看嘛无，唔是讲虾米好代志。迄条大乐透，我看到爱移民，你知道？因为别人看到，赤目会甲你抬啊、哦。所以同款呢，许下去洗就是安尼，哇，遮侪钱，我都想要甲抬啊。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想讲啊，同齐出来外口做歹啊，因啊，后摆去甲安怎，去甲告啊，我唔得互掠去关。所以这第三件就是安尼，就讲惊，第二个原因就是惊去互伊安怎。加翻盘啊！所以伫回来的时阵，我就惊讲啊，好行啊，无咱就暗时啊来分啊。实际上诶，暗时啊，许黑迄牌啊内底，毋是找藏遐金啊，许黑藏刀啊，藏刀啊，一出来就杀死两个哦，阿妈棍紧甲哦，杀死两个啊，另外一个惊着紧走啊，许黑刚刚甲捉着了后，啊，刚刚吊倒，吊死伫井啊内底。哦，吊死是怎样来的？啊，迄世都啊，杀死这三个人。啊，你看啊，讲有个人讲哦，我业力，安尼业障足重诶。有啊，讲啊，较重可能嘛，重未过有黑啊。有黑杀过三个人，哦，这业力才是重。但是你讲过去世遐重，这世你敢无法度修得办到，嘛是会杀你啦。看你卖不卖尔啦，你有咧修得用，慢慢啊行啊，同款吼。啊，所以迄世杀三个人了，我就甲所有诶钱安怎？我就拢全部摕倒来阮遐，啊，就变作好野人啊！好野人就过了较好康嘛，啊，就开始会讲起厝啦。哦，咱算讲咱家己的庙啊啦，还是啥物啥，咱就甲翻修哦。所以大家就拢足感谢你啊！你就变作一个好人。但是我看这好人大部分拢变歹人啦，就是讲好人会变作我，大部分都是因为曾经做过坏事，而且变好人嘛。哦。大部分啦，无一定讲绝对啦，所以咱在做其实嘛无虾米好可耻啊。咱一定捌做过唔对的代志，但是咱卖阁做就是啊嘛。哦，改恶向善就是啊。所以迄世后来就变做怎开始做好代志啊。但是到五十几岁的时阵啊，逐暗困未去啊，日时啊食袂落，无食无困啊，当然一直散落啊，一直散落啊。阮迄阵的船长就来问讲啊，你是不是安怎？啊，伊就讲哦，啊都。我都食袂落，困袂去。伊怎讲啊？安尼我介绍你去找住一个老和尚，迄个和尚吼法力高强，伊会用帮人解决者。我就去找迄个老和尚。啊，老和尚，我问讲啊，你是不是有做过什么坏代志？我就甲讲啊，较早二十几年前，捌人抢钱啊，佮捌人杀人安尼啦。啊，结果伊就讲啊，安尼你过去世，我们是过去讲杀的这个业力，即阵要甲你报啊。啊，你爱做功德，甲人超拔，我安怎做？用啊，就诵经啊，做迄种法会啊，做三场这种诵经的法会。啊，诵经的法会做煞，其实咱心原来阁未安啊，阁去问讲，安尼就拢免行啊嘛。用无，你种诵经这种的吼，就是讲原本讨较够啊，你知道行十万啊，安尼，你欠一千万先行十万啊，安尼啦，唔是讲总行啊，你算讲改按耐者咧，安尼卖讨只急。哦，所以诵经嘛是有效，但是咧，无法度就近解脱，无法度。你上好的嘛是救解脱人的性命，你捌杀人，你就解脱伊的性命，安尼唔只是有法度就近。你敢那讲杀啊，你敢那诵经，安尼袂无法度行的对。啊，所以后来我就问讲，哎、啊，那变哪只样行？伊讲你爱修行啊，你爱念经拜佛才有哈解脱。所以后下就开始因为迄个老和尚开始修道的对啊。哦，啊修道啊后下因为迄世哦。有修道的这种福报，所以过来当世投胎拢做人。我拢讲这世三百年，甲这世是第七世，后下这世算第七世啦。三百年转七世，啊，这世是咱台湾。啊，过来咧，和后下台迄三个啊，两个台死的迄两个，
因咧都怨妒心较重，结果咧伫地狱道伫受苦，受三百年的苦。哦，三百年了，伊就放出来啊。另外，华吊死的迄个变作恶鬼啦，就是咱一般讲的鬼啊，就对啊啦，变作鬼啊，伫个井啊内底呀，执着心较重。哦，三百年要阁无法度轮回。啊，结果因放出来了，三百年搞放出来，第一件代志要做啥物？恁太在，照理讲是安怎呢？伊三百年放出来，第一件代志应该是转世投胎啦，就是讲伊用去转世投胎。但是咧，因为伊一口气放袂落来，伊认为讲三百年前就是去予上好的朋友害，因才受三百年的苦，所以伊讨迄个灵机啊，要来讨后学的命，后学的命要先讨掉，因才要安怎？才要去转世投胎啦。所以因就开始去讨，从三百年前去我。三百年前，迄个庄哦，啊去这个庄了后，过来咧，我讲哦，啊伊就转投胎去换去这庄啊，啊过来个，因个找来这庄，因拢总找几年咧？找十八年，哦，遐冤欠啊，找又哈找十八年，才安怎对大陆找到台湾来，哦，所以各位真诶，咱来了解哦，咱这个另外一个世界吼，无咱台湾甲大陆这种差别啊，哦，咱即阵毋是讲两岸安怎？哦，好像拢互相安尼有一种政治的隔阂，但是伫阴间来看吼，迄、哦、是一团和气，你知道？互相拢会通的，对吧？炸得三通啊，对吧？所以因冤欠的安怎过海来台，都要来讨后学。伫后学十八岁一年，因找到后学，都要讨命啊嘛。结果后学十八岁一年，拄到三百年前迄个老和尚。十八岁一年，迄、那个老和尚是啥呢？就是。去落雨天去弄后学门迄个啦，迄、那个阮迄个学长啊，哦，迄、那个是三百年前的老和尚，伊往转世投胎来咱道场，安怎做工师？啊，因为咱道场有天命，伊转世投胎来咱道场做工师。啊，后学这世的报书是啥呢？咱毋是有阴书有报书嘛？报书是啥呢？三百年前迄、那个船长，哦，报后学去找老和尚的迄个啦，迄、那个船长。啊，这世就是啥呢？就是迄个电刀啊，迄、那个学长，哦，嗯，所以过去世因为有这种缘，所以这世才有卡，就是因过去世把道后学来求得，这世嘛是同款，叫做因波书啦。哦，所以咱个因波书拢有较早，哦，不是三世，就是七世，安怎修道的这种缘分呐，哈，嗯，好啊，大家会听无？嗯，我后学看者。无，咱搁休困者啊！等下吼，休较尽量讲到五点，咱就做一个结束，安尼好不好？也讲声的对啊，所以外国人登那求道登去，迄虽然嘛是写咱汉文嘛，但是也容易哦。伊那敢会晓英文，伊就出英文的声，可以了解讲哦，这个是写什么。所以等于天顶拢袂定打就对啊，你做啥物拢清清楚楚。我喺天顶啊，设想做做到诶，啊，伊就安尼，迄字家己会浮声就对啊，你看到迄字就有声。所以后学登去，神龙安尼讲啊，伊讲啊，原本因就找到你诶啊，啊，但是你已经拄到你诶音波师啊，就求道啊，求道了就带佛堂啊嘛，对不？后学就带佛堂，因为无想到你吼、哦、求到了，竟然阁发心开始去度人。啊，因为后学有伫度人，啊，阁有带佛堂，所以咧，护法神就对伫后学边啊，就是讲咱神父就对伫后学个边啊。因为后学看到安尼，哦，这个袂歹，安尼后学就有听说就甲讲者，就往甲度安尼嘛，做爱度人。伊讲因为你定定安尼，啊，无就是直接甲老师神父讲。啊，神父，我要去度什么人？我要去度什么人？所以神父拢一直派护法神对伫后学个边啊。所以这足重要个呢。咱道场吼，就是讲啥呢？唔是讲哦，我是什么大神，我是什么佛祖转世投胎。咱道场无咧讲这，咱道场咧讲啥？讲哦，人这个道亲人安怎做有啊？伊愿意去做啥？咱叫做愿力嘛，愿力啦。就是讲看你要做啥，你有去做，其实甲你有这个因缘的神父就来甲你帮助。迄种我过去是啥物佛祖，迄无关系啦。但是咱台湾即阵吼，人讲得乱就是乱这点。大家拢讲哦，伊是啥物佛祖投胎，伊是啥物人来，啥物人来。
我那这可能拢网络啊，迄款这样卖个信，迄种骗人诶啦。因为正港诶神佛天律来的天顶诶，即个戒律来底有一条就是讲未使讲你是虾米出身呢？你若一讲，就是表示安怎？要回去啊！然后你若讲，你就是要回去啊！未使讲就对啊啦，一讲你就是要回去。所以伊啊，安尼一直讲诶，表示讲啥？啊未死，啊搁一直讲，啊就表示讲这拢骗人。有爱强调强调这一点，在上天白羊旗的戒律内底有这条、但是真侪人佫会安尼讲，讲伊是某某神佛来转世，这是啥物？这有两下就是去考验咱的智慧啦。哦，佮以前呢，大家要去分别吼、哦，这内底有一挂差别。神翁佫继续讲了呀，伊就讲啊，原本因找到你，就是要安怎要讨你的命，你唔拿即世出车祸死。死掉去，你后一世吼、头壳顶头壳会断去，佮后世你佮用吊死，拢总爱三死人啊，有法用注定三世拢会真歹死的对吧？所以若要比惨，有法比过一阵呢，拢较惨。但是咧，神龙爷往那做比讲，但是念伫你伫道场修道办道、因为有法伫道场这几年，讲往那算有淡薄仔诚心啊，所以咧，都互你。三世的因果伫病院这三天，安怎，互你现出来，互你感觉得安尼就好啊。所以这正讲是天文数对啊，无咱就爱行三世的命呢。结果咧，神龙讲啊，讲，因为因这个三个冤欠，因就感觉讲安尼无公平啊。就算讲我杀伊啊，因原谅我，但是因伫地府受三百年的痛苦，我拢无受着，安尼因感觉无公平啊。所以神龙伊嘛主持讲好，安尼阿无就是安怎。和你死罪可免，但是活罪嘞难逃。伫病院受三天的痛苦，感觉什么叫做地狱，什么叫做恶鬼道。先我讲哦，你伫病院啊，每个时辰都差两点钟就对啊啦。每个时辰拢爱受倒挂拿后的这种痛苦，伊来换药，大概拢袂输个头去用剁断伊同款啊。用和你知影讲，你啊对落入个地狱啊，就是遮尼啊可怜凄惨。一天要死十二拜呢，一天死十二拜啊，无期的就对啦，一直重复，一直重复，三百年搞你才有看出来，哦，你看有可能，确实哦，有那个干那三天我都挡袂掉啊。过来，神龙讲讲，你不管呼吸啦，还是喝水啊，拢袂输去有血对脑后烧到腹肚内底，互你知影，那是堕入恶鬼道啊，那是变作恶鬼啊，变作鬼啊，就是这样尼啊可怜，这样尼啊凄惨。啊！神龙哥讲，你刚刚伫暗时啊，十一点的时候，才有看他休困。我讲无啊，我才有休困，我规间房白日蚊床顶，才有看他休困。因为有暗时啊，十一点的时候，迄护士会来甲你注消炎药啊，注嘞，差不多十外分钟袂痛。我讲嘿，是安怎嘞？伊讲啊，这啊，十一点是恶鬼道食饭的时间，所以和你休息十分钟啊，和你注消炎药休息十分钟啊。另外，迄报应拢是。就是安尼啦，你叫对的就对啦。啊，你去想，和你休困安尼，敢有较爽快？其实无呢。你看哦，你若无休，你就规天拢伫遐苦，你就袂去想啊，你知道？就是有休这十分钟，安尼就大条啊。一天有24点钟，一点钟60分钟，结果拢总一天有偌济？1440分钟呢。你规天拢伫遐咧想吼，当时个人住一记啊，当时个人住一记啊，袂输那钓人讲的食毛灰同款的呢。确实真可怜呐、啊，有啊，迄个时阵真可怜。哦，啊，过来，神龙安尼讲，啊，有啊，才知影讲，哦，确实咱大家人修道吼，咱平安拢是占着啥？天恩殊德了。哦，你卖想讲，哦，安尼范讲师你也出车祸，我太拢未拄着，你种话干卖想？哈，一拄着有两下，那比我有啊，佫较大条，你要安怎行？对不？所以咱心内底卖想讲，卖去人羡慕讲，哇，怎么范讲师有这种经历？因为我咧讲，我死三天呢，对不？死三天，拢总死几回啊？是不是啊？36回啊，这真痛苦的代志呢。这不是讲哦，遐尼啊，哦，迄啊，神龙就讲，因为你伫道场，佮有咧修道办，所以啊，和你三世因果，当这三天都安尼行啊。啊，神龙讲叫后下佮对镜。啊！有法就足感恩的跪落来，甲神龙磕响头，然后对我来，啊讲，咱大家人求道，天顶拢会种一蕊鲜花啊，就是讲，就是莲花安尼，拢会种一蕊花。
啊，先生，我们要带游客去看莲花池，啊，我就去看。哦，啊，先生，莲花伫倒位？啊，先生，伫遮，我就看。迄透花根本就无花，拢安尼一条一条安尼啦，袂像咱安尼插一枝一枝安尼。啊，面顶有夹白啊，啊，白啊面顶就写哦，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一时啊，当时哦，啊，再来隐师、宝师、点传师，过来佛堂，过来。上下骹写求道人的名，咱求道的名，过来下骹阁有署名哦，有的是写啥哦，写监班院长啦、啊，有的写三啊哦，什么像什么日游神啦、啊，有的写道士灵童啊，就是讲什么身份写起来啊，拢会写得对啊。哦，迄面顶拢写写甲清清楚楚，啊，伊遐在遐看，啊，我都真惊哦。啊，神龙啊，你唔是讲有莲花，他也拢无莲花。啊，神龙讲啥呢？伊讲这啊。像这敢那挂牌啊，这吼，就是敢那求过道，但是拢无来佛堂接近，所以因无了解三宝，无了解自性，无了解灵性，无了解天命，不了解啦，所以无了解，因敢那安怎结缘啦？哦，就是讲缘超脱一拜一劫安尼尔啦，哦，超生了死敢那超一劫尔啦，安尼等于讲结缘啊，无彩去就对啦。哎呦，我看这有哪会惊你咋？是安怎安尼看过？可能我那有几十万啦。拢安尼挂牌啊，尔，所以后下我那真烦恼，讲哎呦啊，我讲嘛是干那挂牌啊，尔，啊后下就问先生讲，先生我想要看莲花，啊事实上我是问先生讲，哎先生啊我敢有莲花呢？但是咱拍摄安尼问，所以我问先生讲，我想要看莲花，啊先生知影，伊讲有啦有啦，哎怎安尼哦？伊个拐杖啊，安尼顶一下吼，后下嘛无惊咯，但是咧原本这大家唔是全部拢像这安尼挂牌啊，尔。啊！你顶一下，我都变了，规个全部拢啥呢？种莲花，对家一直到天边，安尼哇，全部拢莲花啦，规个拢变作莲花池，我的香味安尼足香的安尼啦。啊，神龙在底下安尼，揢一蕊起来哦，啊，偌大蕊呢？遮大蕊哦呵呵，这是后学的哦，所以过一阵呢，卖去想讲哦，啊，唔知有遐大蕊无？无啦，哦，安尼遮细蕊安尼，啊，神龙揢起来洗，啊，伊就讲洗掉你的分别。哦，啊，凡你无分别的智慧啊，哦，神龙在底下说啊，说这念一段咒语，才开学休学。哎呦，啊，闻迄种香味吼，闻落了，人讲是虾米个神清气爽，哎，休学感觉讲有这种效用，哎，神清志明啊，规个用落拢清楚起来，闻到迄种香味，规个人拢清楚起来啊。啊，所以咱天顶迄种功德水吼，会使解脱业障啊，解脱咱的无明啊。咱平常做些烦恼啊，做紧张做安怎？天顶的水洗过，你就拢袂惊袂惊吓。啊，后下揢迄蕊花揢起来片了，我才发现讲，诶、奇怪呢。进前我的感觉是安怎呢？是神翁哦，做主辈带我登去天顶嘛，所以我一直感谢神翁啊。片了我才发现讲啊，唔是安尼啦，我原本就做，我就是住伫遮，我原本就天顶的人，我是安怎？来咱世间啊，怎袂记哩？安尼啦，去袂记哩。先拢洗了，我讲哦，原来我较早就是遮个啦。这唔是干那后巷俩，咱各位真贤在座所有的人，全部拢对天顶来。哦，后摆咱回去，咱就知影。咱啊过迄个后摆莲花池的时候，咱去洗咱家己的灵台了，就发现讲哦，原来大家拢是对天顶来。啊，后巷底下就看到讲，哇、哦啊，我的莲花遮大蕊。哎，远远安尼看过吼，远远遐有一蕊啊，安尼都雄雄悬起来安尼，超三层楼，未输那一粒山的莲花安尼。遐想讲哇不得了，我做安尼，啊迄、那个一粒山的莲花，哇、哦、这毋知是多个大菩萨，所以后下就哇一直要走起啊，要去看看这蕊莲花。啊，伫个水啦，迄莲花池啊，后下打落那沉落，你知道？啊，沉落。正开始会紧张啊，想讲哇，唔知阴时哦。结果神翁迄耳孔就伫我边啊，伊就讲啊，讲啊，你若想要起来，就用起来。啊，伊话说，诶，安尼哦，啊，就想一个鸟，你敢若讲一个念头转变，伊话就变伫打伫迄个花面顶啊。啊，安尼甲天边迄边，安尼照你讲，我那真远有哦。你敢若讲想讲啊，我要去，啊，就到啊。敢若想讲我要到，啊，就到啊呢。你安尼一个想啊，就到啊！免讲像咱遮安尼行久安尼有无？天顶拢免行哦，你想要到就到啊！哦，我想着，哎，啊，就已经到啊！我就问神翁，神翁，你帮我看，迄蕊大蕊的莲花伫倒位？
这样就在你的脚底，我在那看，诶，差不多面汤啊，这大。啊，我就讲，啊，神龙这是安怎？啊，神龙来，你来，你来，我就来。啊，来了，神龙主比讲，这啊，这类啊，是恁师尊啊，就是咱济公老师的莲台啊，咱活佛师尊的莲台啊。哦，有啊，真欢喜。因为是安怎讲呢？你看到人迄个德性，哦，这样啊。哦，这样威严，咱若看到咱家己的这個，咱就知影讲，哦，咱的德性足无够。但是你看到老师吼，你就有迄种感觉讲，哦，安尼特懂，对一个特懂，哦，对咱老师吼，第一，我足慈悲。所以神龙讲啊，伊讲，咱的灵性是平等的，所以每一个人的年代其实拢差不多，大小类差不多啦。老师伊累劫修行修几千年嘛，是靠安尼尔嘛，嘛无讲偌大。但是差别伫倒，每一个人的德性是无同的。德性无同款啊，就是讲感念力的人无同啊。啊，每一个咱求过道的，咱大家拢感谢天恩师德嘛。咱所有的大仙，嘛是拢感谢咱老师啊，给咱这个指点的恩德嘛。所以，伊若唔管是大仙还是所有正道的，大家拢挖伫咱老师的莲台边啊，才变作一类叫做九品莲台。所以九品莲台是看德性来彰显，唔是讲。哦，我修什么就变成九品莲台，不是这样哦。即阵咱台湾有的是讲，哦，伊的法门变成九品莲台，啊，你这就修恁这叫做七品莲台。我看迄无妥当，迄可能你骗钱的。吼，哎，天顶你看无这种差别，看你的德性，你德性彰显得越大，你的莲花就愈大蕊。实际上不是讲莲花大，你的德性大了。我、啊、这要安怎用印证呢？有法员工，咱世间大家都相信啊。你看咱在座。敢知影恁阿祖伊个生日还是伊个忌日？阿祖要会记得无？阿祖的可能都袂记得啊，阿公可能要会记得嘛？是不是啊？所以唔才讲行袂过三代啊，是不是啊？你子孙啊，搁较牢固，行袂过三代，香火就断去啊啦。虽然有滴甲你拜嘛，唔知影当时爱拜，哎呀、啊，变作公妈去啊，公的跟妈哦，就是讲阿公阿妈安尼尔啦，是不是啊？对嘛？啊，咱讲讲别人的祖先，咱会去甲拜，有无？拢无吼，有呢。我都捌去拜别人的祖先，我捌拜韩信的祖先。咱老前人我都捌去甲拜，咱老前人甲咱也无共公妈是安怎，咱会甲拜，因为德行庇荫着咱，是不是啊？咱那个当作咱的祖先共款来拜，是不是啊？对嘛？所以清明节大家拜望，啊，若有闲嘛是会去福山甲咱老前人拜墓啊。对不？哎，不是你的祖先，你才来拜啊！因为伊成就啊，修道成就，所以众生感念伊。同款天顶嘛是同款，看年代就是安尼看嘛。众生感念你，你的对不？你的德行，你的莲花就大哦。安尼讲有较清楚不？哦，啊，过来神龙，佮叫我后下继续听。正手边有莲花，倒手边嘞仙桃。迄仙桃有大粒，有细粒的，大粒的仙桃差不多一半，一根的一半才大粒。天顶的仙桃，改良种的较大粒。咱这间才大粒，你想讲，哦，这等于这食三年嘛，食袂了，才大粒，嘿，真正才大粒。迄树啊，那一蕊你就看到，奇怪啊，太一粒仙桃才大粒。啊，以后就问仙翁讲，啊仙翁，啊这是安怎？它有莲花，佮有仙桃。啊仙翁讲，莲花代表发心嘛，还是讲立愿啊，乐观啊，哦、嗯，叫做发心有莲花啊。但是你爱了愿。你爱行功叫啥？一粒果啦，哦，你爱公园果满叫果啦。所以后摆咱回去要去天房的过程中，伊会看到莲花，佮会看到啥仙桃，就知影讲咱家己的发心佮咱的德性有合无合。有的人莲花足大粒，但是咧，伊的啥？伊的仙桃一些些啊，哎，表示啥？哦，这个足好讲的，愿大果小啦，足好讲含满足。哦，等于天顶你就知影讲。啊，后摆这可能嘛是安怎，较袂知啦。啊，有个人虽然讲一条愿，但是也够真大粒。你表示啥？哦，这个安尼，这个叫做守愿呐、啊。哦，始终如一有哦。虽然讲敢若一条愿，但是伊嘛成就。所以咱你看，咱做真侪代志，拢会使成就。这等下后下再去讲。过、啊、来，先拢着带后下去看天榜。较早后下求道的时候，我拢想讲天榜挂号，天榜可能像这乌榜啊。安尼一个乌邦安尼尔，叫当伊个天顶才知影讲天榜是一个所在。啊，天榜有偌大呢？哦，比咱台南市搁较大。
哦，迄内底有巷有路，安尼比咱台南搁较大啦。迄我伫看，我惊无头，凡是迄搁比咱台湾搁较大，比咱地球搁较大，迄敢若一个天邦无穷无尽，有够济个着对啊。所有修道人，会好做好做歹，拢伫天顶拢记。啊，有样着去啊，啊，神龙着讲，啊，即个内底藏的是你的功德，我许下足欢喜的，因为我想讲我可能无功德。哎呀，啊，唔知会出车祸，叫做神龙公有，你有功德。啊，许下的功德是用一个桥啊做的吼，金色的软桥，神明桥啊，迄种的有无？后摆咱大家当伊看到的拢无共款，有的人可能看到烟头啊，有的看到啥拜殿啊有无？像咱这拜殿有无？啊，有的看到啥？像许下看到这烟啊嘛有啊，还是讲这轿子有无？啊，佫有一种表示讲，你若看到这，表示你功完过半，看到莲台啦。哦，一个莲花有哦，莲花，互你卡徛嘛会使，互你卡坐嘛会使，迄表示你公园国嘛。大家人修行的程度无同款，当伊看到的无同款。啊，有遐看到的是啥？迄、那个桥啊，啊桥啊面顶有写有遐个名，啊都入去啊，啊入去内底伫遐看，哦一张纸，大张大张的哦，金光闪闪只大张，啊写表文成就，表文成就，甲咱迄张表文一模一样。哦，表文只是变作放大版大张的，遐就开始变开啊。我的面顶写啥呢？古早字，迄刻度文呐、啊，古早的字有啊。所以后摆咱回去吼、哦，看，迄袂晓读册，拢会变会晓读册。是安怎？迄天顶迄字吼、哦，咱中国自较早到即阵的字，所有款的字拢有啦。哦，繁体、简体、古字、篆书、隶书，逐项拢有啦。啊，但是你看即种字，你阁袂讲啊？我都无读册，我看无袂。迄、那个字家己会补声。哦，当时伊个字会讲声就对啊，所以外国人当那求道，当时迄虽然嘛是写咱汉文嘛，但是伊会用伊哦，伊若敢会晓英文，伊就出英文的声，互伊了解讲，哦，这个是写啥物。所以当伊天顶拢袂叮当就对啊，你做啥物拢清清楚楚。我天顶啊，设想做做到的，啊，伊个就安尼，迄字家己会铺声就对啊，你看到迄字就有声。所以后下当时。用伊哦，伊若敢会晓英文，伊就出英文的声，互伊了解讲，哦，这个是写啥物。所以当伊天顶拢袂叮当就对啊，你做啥物拢清清楚楚。我喺天顶啊，设想做做到的，啊，伊就安尼，迄字家己会铺声就对啊，你看到迄字就有声。所以后下回去会晓看啥古早字啊，篆文甲刻度文，后下看有。啊，面顶就开始，面顶写啥呢？正开始头前遐哦，拢写。度化有功啊，就是当时你去度人啊，你去度人啊，人人来求道，你就度化的功德。啊，过来后边佫现现呢，后边佫写啥？你去度人啊，伊无来求道，但是呢，安尼你就有劝化的功德。所以咱度人有两种功德哦。第一种就是讲，咱去度人伊来求道，叫做度化的功德。啊，第二种呢，你可能较憨慢啊，口才较无好，所以讲度人人拢讲无爱无爱。但是呢，你有去度人就好啊。你有去度人，功德就算你的。哦，伫天顶看讲，有来求求道，无来求道是这个人的缘分啦。啊，有去做无去做是咱的功德啦，咱家己会用做的。安尼有了解吧？吼，天顶的功德有两种就对啊啦。一种就是讲咱世间看有的，咱有写到的；另外一种咱拢无注意的，天顶帮咱记。哦，就是讲咱劝化的功德，天顶会帮咱记。你有法度去度人，你就尽量去度人。哦，免惊讲哦，安尼无结果。你只要去讲讲，天顶就记你一笔就对啊啦。过来后边佫有甚物功德呢？后边佫有啥呢？然后写一挂讲哦，咱布施的功德。像讲咱来道场，咱有捐钱啊，还是啥有啊？啊，面顶拢会写啊。有啊，有一摆发挥啊，闭班了，我就再搬完回去啊。啊，等于伫半路拄啊，看到一个道亲伫遐行，我就讲啊，要搭便车无？啊，就起来怎对山顶路到山下，可能几百公尺尔。叫天顶就写哦，哦，代班发挥，啊，你安尼捐偌济钱咧？然后写0.2元呐、啊，两角银呐、啊，哦，迄张发挥你捐两角银的功德，哎，安尼嘛是啊，就是上天看讲，哇，你安尼顺头顺风车嘛，顺风车安尼撸来，再油钱都要两角银，所以咧，就甲你记讲，哦，你去捐两角，啊，佫有咧，这捐唔是讲干呐捐来佛堂才有功德哦。后下有一摆，巴肚枵去买便当，结果回来拄啊，阮诶楼骹趴一只狗啊，趴伫遐。哎呀，想讲哇，这狗看起来那枵到要死去啊，啊无甲饲好啊。
迄、那个便当怎饲一只狗啊？即种后下拢袂记咧啊！天顶记啥呢？记迄届我饲一只狗啊，报是50块啦。所以无一定讲爱关了人哦，关了狗我嘛会使呢。哦，迄天顶足公平的就对啊啦。啊，过来，阁有像较早后下有伫打工啊，啊一点钟，目中我一点钟赚40块。我来佛堂，因为要来佛堂，所以我爱请假两点钟。啊，等于我就了80块对无？你了这80块，神父来帮你记，伊会甲你写讲哦，带工哦，你去上研究班啊，你就报死偌济，80块银。哦，就是讲上天，你若讲今日爱来道场做工，哎，爱道场有活动，但是你爱去做工课有无？啊，你怎请假？啊，请假是毋是你就了可能了1000块去啊？放心啦，上天就帮你记起来，变作功德财啦，功德财啦。哦，你这工你就是。等于讲哦，你无去做工课，但是你来道场斗三工，同款甲你算发薪水啦。咱天顶嘛发1000块的薪水，互你叫你布施1000块，安尼有了解无？哦，所以上天足公平的就对啊啦。啊，咱后摆若要度人，咱就用人讲啊。啊，你看你佛堂的钱要赚，还是看对啊？看你要赚世间财，还是看要赚功德财啊？哎呀，功德财可能看无，但是天顶会帮咱暗记啊。哦，啊，过来还有啥呢？即咱。今日开班，咱是咪排烟啊？啊，今日若轮到你调班，你才来排烟啊？这种会变作服务啦、服务啦，这种会算是有一种功德啊。但是这种功德足少的就对啦，这算服务尔啦。都轮到你，你一定爱来做，你无做就变作无人做。所以这算是轮值，这种啊服务的功德尔。但是有这种功德真大，就是啥？今日明明都唔是轮到你，但是你提早来。提早来接，提早来摆椅啊，提早来整理佛堂，哦，这种功德就大，安尼有了解吗？哦，就是讲无人叫你爱去做，但是你用主动、自动、自发这种的功德叫做无畏施，哦，这种较大，这种的这身份吼会帮你记起来。啊，有的咱来佛堂啦，今日来做啥，咱就记啥有哦，这种的可能身份就帮你直接用，看你记啥，伊就甲你记啥。所以较早后学。哦，厝内底拢有一本簿啊，因为有啊较散啊。我拢会写讲，今日来佛堂捐偌济，今日做偌济。迄天顶竟然嘛是同款甲你记起来呢。哦，天清清楚楚，可见吼、哦，有啊较早唔相信讲真正有一个天啊，但是即阵就相信啦。真讲天顶有，啊无咧，他有法度讲，我直接写啥，天顶就写啥。哦，确实咱这天地人讲有神明啦，额头三丘安怎有神明，确实啦，确实。哦，啊，迄内底咱道场做啥物代志？哦，后下你看，拢有功德呢。后下内底讲吼，我有一摆板道啊，板道原本后下爱学习打毛巾呐、啊。哦，咱伫门口共交代，叫伊刚困了伤晏，困伤晏，你去到佛堂，人就已经伫遐拢伫遐就位啊。啊，你就无代志做，我就互人进锁了，怎去到遐佛堂啊？啊，拄啊楼骹，阮有三个求道人伫遐，啊，无人甲因。陪因啊，我来就讲啊，卖客气，来，食水果，食水果吼、哦。啊，就四个人都甲迄盘水果食了呢。我食煞，诶，超值讲师就讲啊，咱楼上办到，就起嚟啊，因三个就起嚟啊。后下想讲啊，无代志啊，好啊，啊无水果也食了啊，来等。所以后下去盖板刀去佛堂，第一无做打毛巾，第二无陪谈，无办到嘛，无伫后边。讲咱讲迄只叫做护道，拢无啦。唯一去迄个来佛堂做的就是啥？食水果，干那食水果尔叫上天记号，他讲迄摆去佛堂食水果，安尼做得有功德。哦，是安怎讲做得有功德？啊，你拄好无人招待，你甲伊招待着，系啊，你都伫遐安尼都有功德。所以咱道场，咱即阵有伫办道，大家成功了愿足简单嘞。啊，你伫外口吼、哦、要成功了愿足困难嘞。你讲观天幽香好啊？去外口添的，迄有个人，迄凡是伫拜神地的有无？迄地啊，比赛大只迄种的，你讲关了迄、那個，变作杀生去啊咧！啊，迄关愈济，毋是杀业愈济，是毋是啊？所以咱道场无杀，那这是较好的。啊，有啊，伫遐看哦，这种功德真济，啊，就看甲足欢喜。啊，神龙在伫外口伫话讲，你出来，你出来。啊，有啊，就伫遐，原本出来头，我看到神龙头拢累累啊，想讲神龙救命恩人啊。啊！叫看到迄看看的时候，安怎？都额头啊！你知道？哦，我就想讲，哦，我功德袂少哦，哦，神龙，我甲你平起平坐、哦，
吼、哦，啊，就举头啊，结果神翁讲，你卖欢喜，你卖欢喜，你有看到对面这边无？我一看，对面有一栋乌色的三层楼，啊，神翁这栋内底是你求道以来的罪过错啊，哦，你做歹代志，我的好代志是安尼，啊，歹代志是三层楼，吼、哦，啊，神翁你嘛入去看，有法就进来看。一楼内底写的拢是啥呢？一楼内底写的，因为时间嘛差不多啊，有下你要讲才好。一楼内底写的是咱修道吼，甲咱乐观有关系，立愿呐、啊，立愿了愿有无？咱就讲，咱有天下来道场啊，人可能有人出车祸啊啥，咱就要渡人有无？啊，大家有天下讲啊好，我渡一个，我渡两个，我渡五个有无？啊，你讲我渡五个，你就爱去渡。你若无去度，这就变成立愿不了。上天在看这种愿力有两种，这种第一种就是写表文的愿力。你若有写表文呢，每立一条愿有两位护法神，哦，落一条愿有两个护法神会甲你帮助的对啊。上天会派两个护法神甲你助道的对啊。啊，你若是讲立愿，啊，佮另外一种就是讲随口的，等于那是讲咱出口成愿有无？这种就是讲你。嘴到讲的这种愿，变作讲神佛，伊就是讲，你要搁会记得你的意念有迄种善念，甲天上会用通的时阵，护法神才会对。啊，你若等你这个意念无啊，护法神就走。哦，嘛是有差别的对啊。咱讲这个愿力有啊，有的人讲啊，我有愿力就好啊，我无一定爱千口有啊，千口我食菜就好啊，我无一定爱落千口愿有啊，迄无一定哦。你若有立千口愿，起码护法神甲你对。但是你若无立清口愿呢？但有一天你无想要食菜，迄就无啊。哦，迄无共款就对啊。这种嘛是有差。啊，内底后下看吼，一楼内底立愿不了的个有，啊，佮另外一条咧，另外一条人道未全那个，就是讲咱人道尽了无好，对家己的爸母要佮恶业啦。来道场虽然讲哦做尽心的有，啊，回去就冤家。哦，这种也袂使了哦，天顶你看袂使了哦。所以咱各位真诶，咱来道场，回去嘛是爱安怎？啊，做人好媳妇，做人好囝哦。你别讲哦，来道场叫做讲师，回去安怎？吼、哦哦，要甲爸爸妈妈拢安尼叫因听道理，安尼个用话袂使了哦。哦，咱道是人道哦，天道对人道开始修，所以咱唔管讲你是清修还是虾米，你回去都是爱友好父母。哦，咱道场是安尼，圣法爱兼顾的对啊啦。哦，啊无这天顶会记一个人道未全那个。佮另外一点，就是让大家知影讲求道无简单。后下伫天顶看到，内底有两条狗，两条狗是啥啥呢？就是讲因答应后下要来求道，结果无求。就是讲袂记哩，后下袂记哩，你知无？无带因来求道啦。但是伊连讲好好，因要来求道啊，啊后下无带因来，叫天顶怎记啥呢？讲啊，这个人求道的机缘已经错失去啊！哦，这世人求道的缘无啊啦。伊后一摆求道的缘呢，伊咧边写写十世，伊啊投胎转世转十摆了后，才有可能来求道。佮另外一个咧边写啥，投胎转世啊转三十世，伊啊当三十世，佮去做牛做马做人，不管当三十世了后，才有可能来求道。我有啊，伫遐看看甲卡灵手灵啊，因为咱即阵咱唔知影讲即个道遮尼啊尊贵啊。啊，后来后下病好啊，我就想讲啊，安尼迄个时阵伫天顶看到，紧来找因嘛，紧带因来求道就好啊。啊，去到遐去找伊，无伫哩。因隔壁讲啊，你找伊要创？我啊，我想要带伊来阮佛堂拜拜。伊讲啊，袂赴啊啦，啊，迄、那个都出车祸死去啊，出车祸死去啊。另外一个佫去找赵干净死去啊。迄甲一个大后下一回，一个大后下两回啊。但是咧，天顶看到讲过去啊，你知道？回来才知道说两个都过身去了，过身去他们又要求到了，要等十世到三十世，一世算三十年就好，十世就要三百年，三百年才会遇到一个修道人，哦，这个实在不简单，所以我们说这时候要办道求道，哦，不太简单啦，哦，那后来在天顶看的时候，跟大家做见证就对了，再来一楼里面，哦，就是都跟我们办道啦，天命有关系，二楼里面呢跟咱佛规礼节有关系，哦，咱言行举止、佛规礼节有关系。啊，这部分哦，因为真济啊，拄好有真贤有帮后学整理一本册，啊，各位真贤若有闲再去看一本册。啊，后学讲绝对袂使做的一部分，好，大家就好啊。
哦，绝对袂使做有几项。第一项，咱佛堂吼，咱佛堂是弥勒祖师的佛堂。弥勒祖师上大的愿力就是讲，不爱杀众生啦，不杀生的对啊，不爱杀生。所以咱来佛堂吼，咱来尽想办法卖去杀生，安尼有了解吗？咱来佛堂，就算讲要摒扫，迄有迄带啥垃圾啦，有蜘蛛啦，尽量卖甲拍死。扫扫的就好啊，扫出去外口，还是请出去外口。啊，那暗时啊，这佛堂开班班啊，真济点蚊啊香，但是咧塔门吼，你要开一旁啊，卖讲安尼，秘书讲一定要互人死安尼啦，袂使的。咱佛堂，这是咱老蜗牛的佛堂，咱弥勒祖师的佛堂啊，弥勒祖师的愿力就是安尼啊，咱袂使杀生就对啊啦。啊，那已经杀生要安怎咧？就是讲。天顶你看吼、哦，迄种灵的部分就是讲，你若放啊，规个人你甲拆散，拆做放啊，迄就是一个人安尼啦。你一个人遮大安尼啊，规个甲拆做放啊的灵魂，看超几万只安尼，就表示讲几万只放啊，拄好一个人的灵魂安尼啦。安尼有了解吗？所以咱人叫做全灵，放啊叫做残灵嘛，变做幼啊安尼尔一挂。啊，伊幼幼啊，伊要安怎才能够变做人？伊要来做长甲。这个缘教有哦，你啊，把这种贵的人，可能有一万拜，伊都爱登一万拜了后，才会阁变登来登做人的对啊。所以这你看讲天顶，你看哦，嘛是真慈悲啦。所以咱哦，尽量来佛堂拢卖台哦，安尼唔知做会到无？那有法度咱尽量做。啊，厨房呀有加抓有啥物有哦？咱尽量摒清气，都袂有加抓嘛。啊，菜啥该收的该变的变哦好。哦，卖讲安尼，肯对啊，当然都可能生虫生啥安尼。好、哦，第一来佛堂卖杀生，第二来佛堂卖讲是非啊，人讲当地话啦，卖人讲，无都无，咱就卖讲，卖讲大概就伫啊，人去点专书讲啥讲啥，人点专书都无讲，拢你讲。哦，这袂使。哦，那讲这個，咱后摆回去拢有一个处罚就对啊。啊，天顶你看讲这种讲是非的人，伊安怎定你的罪过咧？伊就是讲，那是讲啊，咱有个人讲讲要讲人歹话，拢我甲你讲，我偷偷甲你讲，你唔好阁甲别人讲哦，哦，是不是拢安尼嘛？但是即个都足好讲诶，即、大嘴鼓出来都哇死过来啊！你虽然敢若甲伊一个人讲尔，照你讲敢若算一条尔嘛，结果天顶你看毋是，即、这个足好宣传诶，出来上尾要500个人知，你即条歌就变做500条，你敢若讲一句话，啊就变500条。哦、所以来佛堂，咱唔好讲人歹话，哦，啊，互相爱，互相勉励啊，哦，咱拢是一母之徒嘛，所以咱若讲啊，什么人做不好，什么人做不好，这定义是安怎？不尊师不重道呢？是安怎讲？咱你嫌咱老师袂晓教，啊，唔只讲会互相批评，对不？那变成不尊师不重道，哦，所以天顶你看是安尼，啊，佫有一点，佫有一点，就是啥呢？咱来佛堂哦，佛堂唔好。贪占佛堂的功德，什么叫贪占佛堂的功德？困倒定定来做，因为较早有法定来伫厨房，厨房有阵时拢会剩真侪菜有无？真侪菜，大家拢安怎处理？啊，无就大家搬挂都叫关灯去啊！哎，拢无甲点文书讲嘞，这袂使的哦。安尼了解吗？那佛堂的都是大家献出来啊，献来佛堂要有大家吃的，就算吃无了。迄嘛爱点文书，还是讲佛堂这边的单主讲啊，安尼咱都分真侪侪，大家有法多尽量退转去，安尼都无罪过。啊，若无讲，你怎直接讲退这秘书你偷退佛堂的物件？安尼袂使，安尼了解吧？哦，啊，搁有咱来佛堂嘛是同款，那是讲佛堂有当时有献果，还是献什么物件？迄是人献给佛堂的。咱有当时咱来佛堂，咱拢大主大义了，讲转送出去有啊。转送出去要人讲啊，讲者，人讲啊，咱这今日这届供果吼是带来真言献出来，哦啊，这届咱来感谢伊安尼，我安尼唔只无共占着人的功德，无人拢认为讲是佛堂的功德。咱知影真侪道亲，有诶道亲吼，遐话真爱民主，伊来道场做虾米代志，伊希望讲咱会甲报，你知无？啊，咱拢唔知影，都无人会去感谢着啊。然后变相考人，安尼无好，变相共考验啦，安尼无好。啊，二楼内底拢是像这啦，富贵礼节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到三楼诶，三楼内底就变作咱起心动念，愈有就对啊啦，愈关定愈有。啊，起心动念拢写啥呢？咱有阵时想贪想懒啦，啊，要讲害啦，要讲骗啦，天顶拢会记哦。
哦，记较详细。哎呦，我伫遐看，看甲讲，哇，真艰苦。诶、欸，原来我嘛是安怎，罪过满身呐、啊，吼、哦。啊，神龙伫遐话讲，你落来，你落来，我落来看到神龙，我都唔敢讲话，我都跪落来哭啊。啊，求神龙下罪啊！啊，神龙，你卖惊，你卖惊，今日互你看到这吼、個，是后黑的一个缘就对啦。啊，神龙讲，伊讲，唔管是你看到你的功也好，还是你的过也好。哦，即阵你伫道场修道办道，啊，将来啊，公完过万，都一并拢甲你消掉着对啊，还你本来的面目。啊，你若时进时退啊，三心两意嘞，啊，你做什么因，你都爱受什么果，就是讲过去世有法把杀人，后世都爱行命。哦，就是讲即世因为有求道神佛庇佑嘛，已经脱过啊，但是后世嘞，你若歹修后世，你都爱行，共款意思着对。啊，神龙主比讲三年了后，你有一个机缘，哦，会使甲这甲大家结缘就对啊啦。哦，啊，神龙安尼手一塞咧，又发光，慢慢啊才对天顶落来。啊，落来啊，然跪伫文昌顶哦，我哭甲跪个在，遐等一下，人讲个鼻涕眼泪哦，流甲跪，跪个啊，哦，遐可见，又发唔知啊，但是安尼一直拜一直跪就对啊。啊，当初神龙讲三年，又发嘛唔知影，一直到安怎呢？过三年了后。啊，这三年中间，一寡道亲知影讲，哦，后下出车祸，啊，有一个经验啊，所以有当时也会去讲，但是真少人知影就对啊。结果三年一到，拄好咱大中遐正和佛堂，因讲要出一本《仙佛显化》专辑，啊，就找后下去做。哦，我找后下讲啊，希望后下写出来。哎呀，写，结果一直到10月5号迄本才出来。啊，十月五号是啥物日子呢？后学出院迄天，拄啊满三年，迄本出来拄啊好满三年哦。这是来神翁神公后壁才演，啊，过来咧。迄、那个刘君良刘讲师，咱知影法益崇德的主编嘛，咱编咱杂志的，啊，伊就进前就先请后学去迄个中华迄边遐讲课，啊，就去遐讲，啊，后学就讲啊，神翁当初讲三年一个，啊，刘讲师伊就甲后学这段怎编伫后一期的啥？诶，一本崇德法益崇德月刊内底，感应三千内底，要先甲编入去。但是咱这订吼，咱这订杂志，大家拢是进前一个月、两个月就先订，讲这期的就对啊，拢先订，唔知啊嘛，大家拢唔知影讲这期是虾米内容啊。叫刘讲师卡一通电话来讲，诶，范讲师，足神奇的呢，过去吼，大个月拢上济一摆6000本啊，平均差5000几本的呢。用这期几本你知哦？21500本，我无代志，加几倍，加4倍出来就对啊。哦，啊，伊就讲啊，凡事这就是讲神龙讲的，应该大家加的。啊，因为就是安尼啊，所以后学慢慢的可能就较有机会出来道场，甲各位前人分享啊。哦，啊，这就是讲后学对这个求道、修道、办道，以及出车祸、哦退道啊、出车祸啊，甲今日。一张经过就对了啦，哦啊，嘛是算讲和各位前贤做一个见证，和咱了解讲，咱道场常常你讲，哦，有三真呐、啊，三真海味，呵呵三真呐、啊，哪三真？道真、理真、天命真，嘿，都、就是这三项是真的啦。我、哦、今日后下伫只也能甲各位前贤做一个见证，做一个讲，哦，保证讲啊，确实，哦，神佛拢唔捌骗啦，拢是啥？咱伫骗神佛，吼、哦，嘿，啊，天顶确实就有这种借力啊，有一个天，啊，天顶的殊胜吼，确实足重庄严，啊，神佛确实真慈悲啊，吼、哦，真慈悲，啊，大家，咱若有法度，咱来尽量去修，有法度去度人，咱就尽量去度人，啊，咱在座有真侪老菩萨，可能咱若较无法度去度人，免紧，哦，咱尽量咱的脾气啥，咱就爱安怎吞吞的调就对啊，我卖讲时大呢，乌白动脾气。这无名火啊，拢无法度得着安尼，对咱家己本身的德性无好啦。哦，啊，今日后学就讲到这，啊，咪各位前天敢有人有问题？有无？哈、啊？无名，大家一定爱成功哦！祝福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也讲声得着啊，所以外国人。那求道回去，那虽然嘛是写咱汉文嘛，但是也容易哦。伊若敢会晓英文，伊就出英文的声，可以了解讲哦，这个是写什么？
所以等于天顶拢袂叮当就对了。